家。原先因为第十八届第三次大会第八次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5年5月9日下午20，地点本会议事厅，出席议员黄定流议员等34人，类席人县政府财政处长林佳阳、主计处长陈建新、地方税务局长吕丽丽等科室主管23人，本会秘书长陈茂林等5人，来宾各报及各广播电台记者，主席林副议长齐山，20起至30上7分之，令至30、50分起至50值。黄燕电流30上7分起至下午30:50值，记录李双龙。主席宣告开议，报告事项：一、主席报告签到议员拟达法定人数；二、秘书长宣读第七次会议议事录。执行事项：财政处、主计处、地方税务局业务执行及答复。执行议员：林彦贤议员、黄建流议员、黄定和议员、陈鸿喜议员、陈俊礼议员、林希明议员、陈正南议员、吴秋玲议员、江碧华议员、陈杰林议员、陈汉忠议员、黄义仪议员、薛成义议员、林志宏议员等。答复人：林处长嘉阳、李局长丽丽、陈处长建新、财产科财产税税财产税科蔡科长玉丸、烟酒管理科陈科长明华。其他事项：财政处、主计处、地方税务局业务执行议员要求办理提供之事项列入详汝附件，并行汝县政府办理。散会下午5时以上。好，请问大会议事日有没有意见？好，存查哈。报告大会哦，我利用这個时间吼，来甲各位报告，咱就是今年度了哈，算今年度，陈局长，这算今年度了。第二年就是今年度100哦，18届第二年度就是105年度吼，各审查委员会召集人、副召集人，啊，佮法规啊、纪律。好，我即摆来甲大家报告啦吼。第一审查会就是教文化定家吼，民政定家，召集人是邱家进啦吼，副召集人是江碧华议员跟林志宏议员吼。第二审查会就是有关财政、主计、税务、地震、农业等，就是咱今日咱今日就是这样，好对对。好，召集人是林希民议员吼，副召集人是黄定和张明华2位议员吼。啊，第三审查委员会就是有关警政、消防、环保、卫生、劳工、社会等哈。召集人是蔡文义议员哈，副召集人是黄义奇议员跟林成功议员。那第四审查委员会就是建设、公务、工商、旅游、秘书、人事、政通等。召集人是陈杰林议员哈，副召集人是陈静怡与陈孝仁2位议员。好，法规审查委员会哈，召集人是陈文昌哈，啊，成员是薛成义、吴秋林、林成功、陈福山、林志宏、黄建荣、申汤议会、尤祥德等，含我九个议员哈，以上多谢。好，啊，过来是迄个程序委员会啦，程序委员会哈。成员是黄世勤、黄世超、张秋敏、陈正南、江碧华、杨正成、黄定和、陈鸿喜等议员，召集人陈文昌哈。那还有一个纪律委员会，啊，纪律委员会是4年1届一次就对了。好，好，以上报告，好，没意见了哈。好，啊，咱来进行今日议程哈。啊，今日是农业。地震，好，请相关主管来列席报告台。好，请问两位处长有没有其他报告？好，没了哈。好啊，这边来开始啊。有啊，你什么意见？啊？你啊啦，要先讲的。快大声啊！好，老杨，先讲，有啊，先讲一下无？是要去迄群啦？好不好？你第二个啦。第四个就好啊，好不？好不？你又讲到第几啦？好，好啦。主席哦。农业处甲地震处的处长吼，
大概早过都是早安吼。第一点我请教吼，余处长，你做过地政处长加这个建设处长啦吼。即摆组织这条草案已经上移回来，现在唯一就是要合并，怎么并？就是把地政处跟那个建设处合并。你的看法这样？对，因为你两处都当过，这样合并是否属于这样？这样，请你答我一下。扬言之教哈，啊，当然，你了这是大概组织编制，大概我拿弄个消化参详了哈。那至于那个地震跟那个建设并在一起，这大概是在土地利用面哈，土地利用面它是会有一些整合。那虽然是都计都计，城乡城乡啊，一个对接啊，但专业技术是还是都分的，管是讲专业技术的靠两个哈，拢其实无啥共款。啊，要讲跨领域的话，也是比马博山也跨领域哈。那所以说，那个大概是主要是第一个基于国土计划。国土计划，我们国土计划将来就是说整个啊那个地震啊跟建设在国土计划这一块里面的结合啊结合，才会有比较有效率的东西。那第二个就是开发的部分啊，我们知道那个城乡啊，城乡如果它规划完毕，有的到下游里面来啊，得供开发了，拖得开发会整合在一起。还有主要是啊，飞都跟都呢。且最起码将来国土计划，这个想重要。对对对，回头都来弄合并啊，啊，那统一整个宜安县，比较县境以内，所有土地就归在那个建设处还是地政处里面的，加一个单位来的。那整个是叫做土地规划处，好，土地规划处。哎，还再来哦，罗东公保计划已经那么久了，95年到现在了哈，我在这边。一直谈，本来你国话现在就想说完成了，98年就完成了。可是现在到已经105年了，已经拖了十几年。到底国宝计划、都市计划都完成了，西部计划也到底完成了没有？你报告哈，这个有拖掉的哈，有拖掉的部分是安尼啦，是因为这个本来开发计划哈，杨议员马兰做一个为了财务的部分哈，做一个那个就是开发手段的建议。啊，就把它变成区段征收，好，区段征收。那区段征收，因为大埔事件发生了以后啊，已经慢的开始那个起码的较严吼，做严格。你讲都市计划，你要回馈时阵呢，你嘛是爱就公益性、必要性，先由地震的土地征收审议委员会来审查过了以后，啊，起码才回馈给那个给我们的那个都市计划单位。那在去年哈，好像是今年还是去年，应该去年呐、啊。去年那个大概是我们有两次、好几次县长亲自，好亲自到那个就是我们土地政策委员会过去哈，就公益性跟必要性来做个说明哈。那大概是土地征收审议委员会接受了，好接受了也同意了。那同意了以后，这个东西就回馈给那个给那个营建署了。那营建署大概是2月的时候就要提到大会了哈、哦，大概进度是安内。阿妈做多些哈，做多些那个等于讲，安内基金哈，安内基金已经有哪是今年多来完成哈、哦。啊，因为这个区域啊，哦，这区域的确散的比较广哈、哦，包围整个罗东啊、东山呐、啊，还有个五结的地区。啊，这一楼因为分散这么大概是一个区块啊，没开发怎么来开发？第一个，你地价平衡上的一些问题；第二，你工程来设计施工的时候，如何来安那如何界面如何来整合？好、哦，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大课题哈、哦。这个、哦、啊，谢谢。本来是开发许可嘛、嗯，当时刘县长那边交给李国华是开发许可，开发许可全省没有案例，刘瓦全是没有开发许可，都市计划书一切行政法规法令汇编都没有开发许可。但是这个深南都市计划这个坏例，到现在都市计划应该一次开发吧？结果现在什么一块地啊，啊，即嘛一块地开发了，啊，剩九分地，即嘛又搁伫修正，通盘检讨啥3分地，啊，加3分地以下，啊，所以这个不知道何时何了啊！都市计划整个深南都市计划本来在前近两年内70年都给坑开呀。开始你要明公告，前面男的压在冰箱里面，尤其个人压在冰箱里面，压到林守成89年才给他通过那个第一次通盘检讨。可是到现在，你开发许可永远
顺安的掩埋开始，所以当时我看到就是说罗东公保计划，罗东是最只有土地不多嘛，罗东要发展就靠这199公顷的那个公保计划，虽然快东山跟快五节的行政区，但是这都是罗东的生活圈范围以内，所以这个要赶快，不要再抵赖一拖一晚交，我当时不给他改变为。那个区段的时候，到今天虽然开发许可，但是还是永远，没有都市计划永远没有办法完成的，一定拖拖长长，拖拖拉拉了。好，结果赶快加速进行哈，因为我在这边差不多已经执行好多处了，只是不上处了。虽然都市计划、公保计划，我几乎每次会期都在 PB 跟从都市计划、西部计划到。那个成本效益的评估啊，财务的评估，到今天既然都全部完成，已经到送大会，而且大会如果完毕，跟修改书图，那就赶快会进行开发了。第二点，现在有一般反应，在中介这地这就是我们宜安县的那个土地合并分割就这部分了，宜安县就不准，假设分割了，剩下没有到了250平的话都不准，但别县市怎么可以准？法令到底劳委会、中央法令有没有规定不准？我们就不准的理由在哪里？来杨经做报告，这嘛是讲迄、那个其实整个农地政策的一环哈。迄、那个地政署说，地政署在1803年、1804年，为什么案件卡现的多？好、哦，卡现的多，就是负账案件非常的多。那负账案件多了，我们的分析它的原因原来是什么？等于讲哈，有当时按那个就是中介业啊，它主要是以前卖被的被鼓励盖农舍的时候，因为秋块地不完整，而且卖得去那个地政署说哈的申请合并分割哈，把秋块把它调整比较完整一点点。但是呢，这嘛是差不多也是去年的事情呐、啊，差不多也在四月的时候。好，四月的时候，那个就是我们当然是4月7号发布我们农舍新建的办法，但是呢，同时在这个月4月16号的时候，内政部啊他就发布一个命令，这个命令大概就是我们说、啊、是农委会回馈给他的，也就讲哈，前面的主要是分割合并哈、啊，这个名家是主要是要扩大农场经营规模啊。阿东港经营规模主要哈，伊嘛是后来弄一个标准哈，也是0.25公顷。如果没有0.25公顷的话，就不同意分割合并。好，大概是我们的执行的部分，应该是都中央法律了。中央法律下来，只是说啊，每个县市执行的彻底，执行的不彻底。那没有说那个，就是因为我们的比较严格，那别的县市比较放松，大概不会有这种事。对你4月17号。以前跟着4月16号中央法令，既然有统一的命令规定了、啊，那当然没有话讲啊。但是这样只要是执行面了、啊，假如是4月7号那个16号啊、哦，以前如果说别县市中央没有法令，我们自己来实施的话哈、哦，当然这个老百姓地主都会有异议的。那今年既然有统一法律中央的命令规定了，全国一致嘛，只要是我们实行的彻底不彻底，就这样，当然是我们要给老百姓解释清楚了。所以现在因为这中央有统一的法令，我们只要说执行的一致性啊，执行的彻底啊、这个因为法律有这样规定，我们也没有办法说照你家合并分割来处理哈、啊，这的。再来一下。基金预算平均地权你也知道啊，现在第五条哈、哦、可以有盈余可以挹注县库，但是这方面就有盈余挹注县库，不是把所有钱都拿到县库来的，县库的那个调整跟租用，因为平均地权这几年发挥所有开县以来发挥最大的功能，我们每年还穷，每年还负债，现在负债还278万。但是我们利息虽然很轻，利278万的利息才2.2亿，但是负利息轻，但是债本永远留给子孙啊。但是平均利权基金这个好运啊，要前年种树后年种因啊，
在102、103、104、105，这些都是刘所成、李国华，啊，加上三个届林冲贤县长，大家努力的结果。在这个不是七端之说，你平均一钱真的，光这个土地开发乌石港的那蓝体啊、天地啊、天土造地啊，就你就可以赚到17亿嘞。乌石港七段征收就14亿了。我们从竹林计划、金门计划到生育计划，到宜兰市树地重划，就可以5、6亿了。所以加起来哦，有30几亿，跟乌石港的开发有30几亿。所以30几亿从扣除17亿里面来，将近还20几亿。这20几亿，我们不能完全注入现库，把它拔了光光，把平均期的基金户，在我估计啊，因为104年还没结算，在我103年预估你104年的预算偏低，这样的结算104年可能那个平均期里面的库存涨，至于105年今年跟106年还有多少要进平结算完成进平均期基金户？这个我不能预估了，但是你不能把它花光光。平均地权第六条，它收管办法，它有本身的要做的在做基金的用途。第一个要维护已经开发的，第二未来开发的筹备费用等等很多啊。所以像这些要留着平均地权，你不要把那钱都掉光了，等于平均地权基金负平均地权基金。都设置办法，等于无脚无手啊，就不能动啊。所以朱远县库的开宗明义的这个平均地权第五条，我是可以预支县库，但是有剩余。因为大水库，你假如像三大七段的时候，你亏损要大水库县库来支援你，你赚钱不能独享自己平均地权自己用。但是大家要平衡，要做到他设置的用意，也不能够，也不整不急。所以这一点哦，我希望说，平均地权也这个基金户啊，现在变相了，不能做那个现库的资源调度啊。你也处长比我清楚啊，里面平均地权基金户几乎没有钱了。所以这一点还是你要建立县长啊，建立财主啊，留一点你要继续开发的用途，请你打我一下。那个谢谢杨议员的指教哈，这也列入到104年的啊105年的一个以审哈那个一个决议案里面哈，那我们都会遵守，因为不管是说平均点基金的支用哈，或者是一个安家调用哈，安也是都啊循的预算程序啊，经过我们的那个议会来监督来执行。好，所以这大概哈，那个这我们都会这样来做。那也谢谢杨议员呢，再次的提醒哈，我们是会这样坚持来做的。好，谢谢。农委处长啊，我第一件呢请教你啊，现在在诉讼报告，我问他说，美牛的态度，对美牛的态度，彰化卫民股的县长已经表示反对美牛。禁止进口，反对进口，但县长是答说他比较模糊一点，不确定。他说反对瘦肉精，不反对美牛。到底你的态度怎么解释？谢谢杨议员的指教。那其实瘦肉精是一种动物的用那个饲料用药，那它是对这里是有一些的影响。那我们大概就是说整个牛只的部分。如果说是因为瘦肉会影响健康，那觉得我们应该从这个部分来下手，就说到底我们是要从瘦肉精的零检出来做一个决定，好、哦，零检出好、哦，那来做一个政策的决定，自己那个输入牛只的这个输入的部分，应该是中央政策在决定，对，零检出这个部分是我们重点，让猪啊，当地猪，国内的猪有没有冲击？一定会有冲击，冲击对啊，对，所以这个要好好考虑，还不能全部推给中央啊。像卫民股他自己他就反对，带头反对。以前民进党还没执政以前，就都谈到瘦肉精跟美牛了，美猪都反对嘛。
所以我们也要表示我们立场，也不能说含含糊糊这样，像不像人家彰化、屏东他们都在反对，这个请你要很明确来详细评估哈，不能是推给中央了，这个第一点。第二点哦，就是中央顺便谈到中央啊，现在农村再造都中央在主导，结果那天现场在谈。就农村要发展，农村规划要发展的，要配合当地，也配合当地居民，配合乡公所，配合县政府，所以这个经费不能说那个由那个水保局来一手抓，这样规划出来品质也不见得好，啊，花费的钱也不都是很适当，啊，所以说我不能在力所需呀、啊。啊，这方面，你依照你的，你大概你也有你的看法，所以这部分应该建立水保局，跟乡公所哦，跟村办公室、跟县政府，来配合，还有共同参与，这个请你答复。啊，谢谢杨议员、啊、之前大概都是中央水保局在做主导哈，整个那个辅导的过程里面的那个再生班。那慢慢它在下放，这个是辅导的部分，这个四个阶段的这个辅导也在下放，包括大关怀班也在下放哈、哦。那另外它这个后面长出来这些什么活力农村的计划，或者是景观轴线计划，还有那个产业的辅导，那都是在下放到那个地方政府。像我们今年就争取到三个这个景观轴线的计划。大概2000多万要做。好了，这个尽量现在我们共同参与啦，啊，经费共同配合大家来注意，现在请你竭力争取啦。是、哦、是，人家苗圃那么久了，开辟那么久，到底投资多少？他到底有多少那个观光过去的？这人家到哪来宜兰玩？我没有也听说人到人山族远去，这个简单。这个部分平常就是假日的时候非常多的这个我们县民或者是那个大台北都会区的来这边做休闲活动了、啊，那其实我们比较没有顾忌那个整个量。那将来我们想说应该是在那里面的设施里面不是有什么馆什么馆那个馆设？去年那个台风嘛，所以现在在做复建的工作。以前那都做什么用？那个馆设都做什么？做展示还是参访？有一些就是休憩空间，有一些展示的空间。那这个不当然以后要来加强这个营运了。好了，那个要营运浪费了，没有盖得那么漂亮。你，我不晓得，我从来没听过人生植物园人家去外面玩，那管束在做什么的利用啊？哦，这个以前盖一间呢、啊，大家都说李耀明要写博士盖一间啊，那一间人家都有去住的，只有一间都去住的。是。还有哦。现在农村是苦哈寒冬了哈，因为这样违章我们执行彻底嘛哈，因为土地以前商品，我们现在不能土地要有效率要永续经营啦啊，所以这样我们政府的实施政策，我就相当努力在严格的执行啦，比方说像一执行，可是各种帽把帽都换进去，就是用那个违章就。扣地价税、扣增值税、房屋加倍扣税，这些等等啦、啊，还有最主要是农村那个农售新建办法、建筑办法跟农售的是农民出口的审查，跟农业设施的容许许可，这些新办条件都很复杂，连中介代书业都不懂，所以这些很少人申请，就申请结果都。懒得去申请的，不会申请。现在我请问，今年的建造花多少？建造到现在，到四月底。那个资格的部分，那建造是在那个建管那边在发哈，我们这边是资格，资格178件。资格？哎，对，农民资格的部分，但符合资格的这个条件的部分。你要农民资格才能够到审理建造吧？对。所以我们从89年到2032年，已经快达6934件，每年平均值都是102年就678件，101年690件，100年503件。所以今年你看看，这个件数相对的逐减了，所以。
好，谢谢哦。咱即马来报告一个这个秩序的，嘿，执行的秩序啊。报告登记发言的秩序哈。24号、30号、31号、28号、5号、29号、17号、4号、3号、20号、21号、15号、10号、9号、22号、19号、25号、13号、1号、32号、6号、7号、8号、18号、14号以上。副议长要定义，副议长要定义。好来，请老议员拍摄了哈，来。好，抱歉，那个大家主持人议定哈，那两位处长、各位科长，咱各位同仁哦，那个。即就到农业处长哦，咱这里办立博啊，彭家强老师的，立博机构伫近些年来哦，咱就是面馆长，大家啊拢拍拼伫做哦，所以希望讲这是咱绿色生活啊，环保一个迄个哦，所以我有当时啊感觉讲真无彩，就是讲立博办煞，真济啊，迄盆栽啊，拢用盆栽更更哦，拢提转去啊都。佫变拢纯臭屁，我是第一开日本哦，有看几落项，就主因，都像地毯安尼假个啊，主家高椅子啊，伊个主因地毯安尼，伊个是啥？民间的资源，遐老大人得厝个，比如讲伊住伫天上边三线过去，算讲较庄家个所在，但遐老伙仔，因就讲爱养，爱伊个国土。所以讲，伫个所在种个假树个即个树荫，啊有陈树，啊假树即图案，啊我想迄种啊真紧，两个月就开个足水啊。所以讲，即、這个意外呢，伊个樱花日本樱花有历史啊，咱去看拢足大丛，规人闲哦，拢足大丛。另外去看竹立公园，伊个紫藤花，哦紫藤花足水，哦包括紫藤花。伊嘛拢规丛一丛一丛安尼，啊，足水个。我感觉讲，咱较可惜、较无彩，就是讲，咱真侪拢盆景啊，立埔真侪拢盆景，啊，盆景办煞，盆栽大家提转去，都咩拢无啊。就这个部分，局长你来看下安怎处理个？多谢大家，我能记得哈。应该是等于把开一个这个绿博结束之后的相关的设施哈、再利用的问题了哈。啊，每一年拢有遇到这个问题，就是讲有些设施老一现场问题的，一段时间了的败坏掉啊。啊，所以如果移到社区去，能够来再加以利用，那个部分我们今年也朝这个方向在做努力了。包括说这植栽的部分，如果说可以让相关的社区可以继续来种，然后来养护来活起来。那变得很漂亮，这个部分呢，应该会朝这个方向来做啦。那想说，以后的年度里面，在种这些花花草草的时候，如果能够比较是以常绿性的这种常，就是说比较常态性的这种可以活，不是短期性的那个花草那个草花哈、哦，那啥各位的细啊，一种可以我整年的那个生长几年那个花草啊，能够来跟社区跟相关的单位来做结合。让它不要变成浪费这样。树藤你捌去看，树藤花你捌去看。因为影片上看过了，很漂亮。影片看是吧？我讲伊个哦，而且不难靠有心哦，伊个就弄出大丛啊，弄出大丛啊。所以我是感觉讲，咱应当是爱种树啊，爱种哦，会当讲可以讲永续发展。我就讲树立艺术公园，树立艺术公园，伊唔是干那树藤花尔，伊毛樱花啊，伊毛杜鹃花。包括紫藤花，紫藤那个分几啊款，有紫色，有白色，有粉红色。当时伊伫开花中，感觉怎讲？无一两千万就是樱花，无两千万就紫藤花，较慢就杜鹃。伊时间伊拢大长个啦，唔是成功咱即马呢就，学徒咱嘛真辛苦。唔是成功咱讲用盆栽摆摆，唔是安尼。政治啊，我是感觉讲，咱应该爱有目标。尤其是咱立博啊，办这些年，办这些年，我感觉足无彩，就是讲，你办到尾啊，盆栽成功率，拄啊讲要提社区，要提下，明年又过来，又过盆栽去垦，应该爱种树啊，较大丛。这个新办法，你应该馆长去看啦，馆长去看，应当就这个部分啊，做个人意见，咱应该爱种树啊，种较大丛。
你讲看。这部分我来进去看卖啦，就是讲，迄、那个园区呐，如果说用怎么样常年生的这些植栽哈，啊，根本没得现场。那回现场呢，显个足水啊！譬如讲、嗯，我们在研究是说，如果这个春天的季节，遐呐有一挂闲置的空间可以种那个油啊，哈、嗯，啊油啊芳，迄、那個、季节来到也是这规个园区的足芳诶，然后就长留在那边。那变成每年都会有这样的好的这种味道跟整个环境的这样的美化，类似这样子的东西。你较用心的，你嘛做处理，看像这个部分，看他处理吼，是，甲较好留落，像小三卖，我感觉讲盆景真无彩，一日就提起转去。你如果讲社区啦，哈，大家提起，啊嘛是规间都连起啊，都无去吼。这部分你再注意，包括有人的反应是讲。什么沿海啊，无什么鱼啊？你捌听讲？嗯，捌听讲。沿海啊，咱讲大地方啊是啥？包括中国的船啊，马龙掠到咱这边过来，无什么鱼啊。我讲一个朋友啊，伊在关头乡，爱两尾尾鱼啊，去到大抓，伫成功呀，台东成功，从飞机载过来一下，因为伊爱化验嘛，啊。你看，沿海无鱼啊，去到台东遐俩，所以我感觉讲，咱顶届啊，伫金港，敢若是六月伫金港，有人讲是毋是禁两个月，啊有人讲是毋是第二月，都鱼仔要放卵时啊来禁。啊，另外，讲母仔鱼，我看听伊讲嘛，讲掠鱼啊，拢掠到沿海，甲咱海岸遮来，佮创电啊伫电。等下电连门都拢拍去，拢无去。就这个部分，你做处长，啊那样来遏制这个不正确的捕鱼方式，咱有处分无？有抓就有处分无？比如讲违规用电啊电还是啥？个迄个台湾报告吼，其实拢有一寡规定啦，比如讲不拉鱼600公尺哈，这沿那个海岸线600公尺以内是不可以来。600公尺不可以对吧？对，啊，咱有护鱼号拢在做取缔的工作了，所以其实护鱼号咱管这位啊。对。迄、那个处长吼，我捌听人安尼讲，伊在海边钓鱼啊对吧？伊抓不到渔船啊，甲海惊下来，人创啥？创那个遥控飞机的无？空拍机的啊？创汽油船去船那个弄？创汽油船那个弄？意思讲，你怎么可以？抓不来，抓到这海鲸下来，你都讲600，对吧？600公尺，一步到海鲸来，我感觉讲你有必要，咱有需要啊，加强巡逻，加强体力。这保安你讲话，现在我比如讲，人创汽油去个泵啊，去个浪啊，啊，规海边全人，你要水上吐，你嘛是无啊？这个就是要加强管理啦。比如讲，不拉鱼，比当地这个600公尺以来来这里捕捞哈，这个严格的执行。那我们这个渔管所也都那个护渔号也都经常性在做一些那个查询的工作。有抓到几件哦？拢无？5件。5件嘿。5件哦。我抓到只5件。我都讲啊，你有听？人创遥控飞机创汽油去个弄，去个烧啊，那船也烧了。越作气，讲你掠不到鱼，掠到啊海岸遮来，要钓鱼也人袂钓你啊。所以有这款情形啊，迄个处长哦，我你要加油的，这个部分吼、哦。是。迄个渔管所所长，你们要加强啊，这个部分要加强。另外，咱关心哦，瘦肉精不是讲美国有瘦肉精，咱猪的瘦肉精，台湾这，咱有找到几件？跟贵关那个防疫所也主要就是讲，咱这个的源头的管理部门哈，第一部门其实是经常性在做那个检验，好，包括双用毛猪的那个毛的那个检验，那目前是没有瘦肉精的检出。哦，瘦肉精第八步啊，第八步。哦，我是听讲第八步，我对面听讲第八低毛起瘦肉精那把也较水啊，不过这个部门你要加强查，是，好不好？迄、那个另外哦，即马咱管理嘛真用心嘛，
迄、那个中信文创园区啊，开案的这钱要起啊，吼、哦，得要清理。但是你有想讲，八平市场迄个臭味地啊，也影响到中信文创园区。后摆会讲，假设迄个所在来开发，来要起较高级的厝体，啊，因为八平市场迄、那个臭地屎味影响到，啊，有当时啊，准备讲啊来刷。伊甲老袁报告，其实一直有伫努力来找看有好诶所在吼，当来即、這个啊容纳来迁移即个厂址，但是那个不容易啦，那个悬挂性设施吼，大家拢不爱啊，所以这部分那个努力啊，搁做一寡即个啊调查甲评估啦。目前还无决定案。我讲林创园馆长首先头一遍就讲要创养猪专业区啊。上任要头一年啊，即摆已经第七年啊。其实那个不容易啦，你讲有一个所在那么吹哦。你处长换处长，连换迄个连换迄个换换拢无咧做，啊！你工业区也袂动嘛，遐污水池啊。工业区啊。你有了解过？面积伤小啦。啊。啊，佫破碎掉，吼，佫零碎掉，所以有评估过，迄个无法度，无适合。啊，唔得无啊。有找几个店，但是感觉迄就是。那个地方的民众的意见是非常重要的，可能这部分是较特别哦，较关键。嗯，无安尼就无投资啊，安尼无投资啊。我要讲，想办法啦。你安尼是后摆中心文创园区啊，吼，咱若要推出国际主题的时，阿个臭地仔袂滴下来，这也不好，对吧？你为了要杀水，要送啥办活动？在中心文创呀，我话你臭屁变来处理，啊，说法唔甲对，卖讲地方有意见，啊，你歹处理，一工头过一工，啊，恁有啦，有滴认真咧找啊，有滴认真找。好，认真去找，甲资料我，好吧，找到个资料我吼。好，你请坐，你请坐。谢谢。哎，余处长。咱罗东哦，拄仔你讲保计划，讲的是保护区啊，无紧好，你坐了无紧，讲的是保护区啊，啊，一个足无公道，你保护几落十年，你咧关天下有无？北新路的东边，关天下起起来楼，伊的西边，甲搭拢袂当叮当啊，保护区保护条，啊，你都有讲啊，馆长嘛讲，就是讲因为咱。苗栗大埔事件了，内政部可能较紧张啊，要加两个条件，一个要有公有性，啊，一个要有必要性，而且管定的利用，咱水网计划做这个工作，甲内政部讲要做，啊，要做当时也好啊，大龙的问，我昨去一个朋友遐，伊问你讲，哦，因阿爸讲伊用未着，伊甲讲我说讲，你等看嘛，你可能用会着呢，伊等我咧等。啊，四十年嘞，伫西安啊，四十年，啊，当下好，有完成。打议员报告一下子哈，我想那个可能都市计划在可能按哪讲较乐观嘞哈，较乐观嘞，我想应该是今年都会通过，好，今年通过，但是阮前置的作业，阮来先做，好，先做。那这个整个前置作业等下要做。那个我们预算已经通过了，我们现在在准备发包的那个规划发包了哈，就是我们地基整理的作业哈，来先来规划，先来启动。那个，因为它是98公顷，好，98公顷，那大概工作的时间哈，完成的时间大概是5年的时间。嗯。啊，我想要讲是讲当时要哪处理啊，起码。拢其实拢咧启动了，先期的规划。五年该完成啊！哎，对，五年该完成。好了，我想这一部分你来加强一下吼。好，做了时间上。好，多谢，多谢老议员哈。咱继续请魏定和魏议员。哦，多谢议长啊，议员当然啦，啊，两位。主管啊，各位管政府的同事吼，大家早安，大家好。陈处长，树木银行的概念你知无？树木银行，
管建物有没有树木银行？在哪里？在清水苗圃。清水苗圃，清水地这下。对。哦，面积多大？那个37公顷。37公顷啊，宜兰市的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宜兰市没有。哎。宜兰市有，在金六节前面那个地方，哎。哦，也将近有快将近2000多坪，哎，有的了哈。所以讲你也不是真了解了哈，你了解管政府的啊，乡镇市的较不了解，这个无可厚非了哈。啊，你认为树木银行有没有必要存在？那个环境部，我感觉有需要存在了，有需要存在，啊，有需要存在。宜兰市公所要把树木银行关起来，啊，你也附和了。你说树木银行不一定是最好的选择嘞，哎，因为要移树的时候移到树木银行，这样子很折腾，那会损害到树木嘞。啊，你的看法南辕北辙嘞。应该是说树木银行是一个备胎的一个处所，比方说。那你就要讲清楚啊！啊，你不讲清楚，好像说。以前我当市长弄这个树木银行是不对的，啊，你县政府就可以在那个清水地热那边弄37甲，是不是？那么大啊，是对的。你既然讲人为，既贵讲贵为，很不厚道哎。什么农业处说做法，第一时间找到长期遗址的地方。一棵树还可以啊，100棵树你有办法第一时间找到吗？1000棵树你有办法第一时间找到适合的地方吗？不可能嘛，不可能。总共其他最好的指示方法就是先放在树木银行嘛。啊，这个概念也不清楚。所以我同意黄议员的看法，你讲好，咱今嘛一个开辟道路，老公奇怪阿帅气。这个概念，你宜兰县政府。现在所有的不管哪个局处在做的工作有没有办法全部在第一时间找到好的地点，有没有办法？这个当然没有办法了。没有办法啊？没有办法了。没有办法啊？那没有办法就是树木银行它存在性是对的嘛，一定要嘛，对不对？它是备胎的，对啊，一定要有这个啊处所，有一个备案，对不对？对。那你不管你搬几次，这个是最好的方法而已啦。因为为什么没有家住嘛，就只有住在寄养家庭嘛，应该是这个概念。对嘛，对不？啊，你管政府家己都做袂到啊！工商旅游处伫宜兰高中呀，橡胶树75年时种38丛，最近第三回时阵，总个拗起来拗34丛。我请问一下，宜兰县政府34丛安怎处理？你们主管宜兰县农业的啊，按哪处理？我知道是他移到那个宜兰高中，他内部的那个校区里面在做种植。我听你胡说八道了，不做功课，宜兰县中央的农业给你这样的执掌，会乱七八糟。34丛橡胶树，其中10丛。移去内城国小，其中24丛移去管建户的清水地热，咱的树木银行。你就落个青菜搭搭袂了。抱歉，这个部分的资料没有清楚，抱歉。资料没有清楚，可以上来讲。你就说我资料没有清楚，会后向议员报告。你现在给他答答呗，你想讲我无准备哦？我们议员都很厉害啦，议会在南上，不可以让你们胡说八道。自己的做法也是一样啊，第一时间没有找到，赶快去找树木银行啊，这是后很凶啊。啊什么？宜兰区树木银行啥那个不好？啊你们就好，别人就不好。
你那个湿地保护行动，宜兰县总共有几个湿地？后来国家级的。目前只有那个是有南澳，然后维港，啊，那52甲，还有南洋溪、双连皮，大概5个地方。有5个地方，那还有没有其他的地方？还没有划进去。地方级的是那个竹安嘛，暂定、啊，其他的还没有。还没有划进去的几个？就竹安还是暂定的湿地，地方级的湿地。有5个地方划进去，有1个地方暂定。暂定，对不对？对。那每个地方多少公顷？这个数目要需要记啦，在这边问你考这个也没有什么意思啦，但是也要你回答一下啦。什么时候加注他的字眼，也就是说加上什么是国家级的，在什么时候实施？真正纳入是在104年的，那个他们湿地法公布之后，施行之后。104年几月几号？这才重要的。104年二月二号。2月2号施行。好，2月2号施行，他要加注什么？把他全名讲出来。是国家级重要湿地。加注2个字啦，重要啦，安尼了啦。你过去讲的国家级是双连 B 湿地，啊，今嘛变成双连 B 重要湿地啦，安尼啦。对 对。每一个五行拢加2字啦。就多两个重要湿地的重要。对，拢加2字啦，安尼啦，对不对？对。安尼你巩固你嘛去很对啦，这是好现象啦。啊，但是我要再请教你啦，国家级重要湿地后，对大家拢好嘛，对不对？我们的生态都变好了，我们的那个宜兰县的知名度也变高了嘛，而且大家都很肯定嘛。啊，你们那去维护，有没有维护？维护就是去巡逻啦。目前我们是有经常性的，有5个同仁啊在做巡查。巡这6个所在。对。好，第6个自然湿地这里，今麦还没列入国家级的。你们上一次说要把它再缩小，有没有这样的进度？目前的进度是说有开过一个专家的咨询会议，有两个方案，有没有缩小的进度了？一个是缩小，一个就是不划设，放大，不是不划设，就是归零了。归零，一个归零，然后一个缩小，一个缩小，现在还在研议当中。差不多定案了，差不多定案了，什么时候定案？最近就要跟地方来办说明会。那定案就没有2个选择，就1个选择，是归零还是缩小？从专家的这个意见的建议里面是要归零。好，了解。我刚才想的，你们5个人巡守这么多的地方，啊，这么多的地方有没有发现到什么？这个部分是不是我请我们那个你不要请了。平常多做功课就好了啦。是，有没有发现什么怪怪的地方？有没有？我知道是有一些那个跟南有关系，这些环境的干扰，或者是一些工程，像南洋溪口就有一些工程，然后影响到整个湿地那个气地干扰。我看你这样子就是实问虚答了。然后乱掰一下了，哎，你起码做农业处处长，各科室叫起来，对不？八点来开始，问一个人来个叫伊来给你报告，看什么情形？这个最重要的也要讲一下，名副其实啊。52甲湿地，有人提大型围网去啊，围啊。这是外劳那个补，后来我们也去处理了，去劝有没有罚款？那部分是有劝导，罚款几件？从公告到现在罚款几件？这个是我在补资料给那个黄议员，好吧？有没有罚款过了？有跟没有的货啊？我令口令给有货有没有案的货？有几件？哎呀，这我查明之后再给黄议员。好，那你们罚款几件？你个补资料的话，就给他改点没有失去意义啊啦。就会后再几件啊？那个科长，
跟议员报告，伊嘛是新的啦，所以。拢新的。哎，我们那个管建股拢是混凝土的，有新的甲旧的之分。来，阮家议会质询，啊，我新的就坐在那边，双手一摊，什么都不知道。这信吴依然吗？一点都不信吴啊！我知道你们很信吴啊，我是新的就不用答了啊，我就不用学了啊。那华子没有华半件呐，一件都没了。啊，你们知道华子要用什么华？有华源吗？来，处长讲一下，有华源吗？你们什么都不知道，当然处理的不会很好啊。大型围网去啊，给你捕鸟啊，刷了去，去中国两国啊，偷提起出来。什么湿地保护啊？你要好好的保护，让人家去偷取吗？背道而驰哎！依据什么话？依据什么？你们都不知道，当然你们会做不好啊！湿地法，那湿地法，湿地法，湿地法第几条？野生动物保育法啦。啊，答答者三答四唔对，答嘛唔对。啊，最高罚多少？最低罚多少？一般动物啦，最高罚多少？分两个啦。一般动物最高罚多少？最低罚多少？保育类的最高罚多少？最低罚多少？这拢较重要呀。既然管政府号称是咱保护所有的保育类的，我们是属于先进的嘞。啊，你处长农业处什么都不知道？一般动物处理六万以上了，十万以下了。那保育类二十万以上，一百万以下了。这几拢去摕到保育类了，二十万以上、一百万以下是非常严重的。那为什么都放任不处理？恁做工过就是安弄耳啊？县府104年4月7号，我公告解宜兰县新建农舍申请人资格及农舍建筑审查办法。县政府的态度是什么？有三个态度啦。第一个态度是什么？怎么样去做？第一个就是要让这个二子农舍那个继续的那个分担。不是啦，你们要宣布这个办法要怎么样跟民众宣导啦？你二子什么什么什么？那个是你们的目的手段，还有你们的目标，不管你们了、啊。你们如何让所有的民众知道了、啊？你们用三个方法、啊，这个都是宜兰县的重大政策，你都不知道。邀集各乡镇得来，邀集各乡镇的代表、相关工会来说明这个政策了，是是不是安尼？对对，还有专刊。在专刊上做一些，第二，透过参加农民民间团体举办经济座谈会，来宣导县府的农业政策，对不对？对嘛？唔敢应，这恁拢去做呀。第三，此刻正在严厉办理日后农舍的先导政策，你也此刻是过来，四月七七一号，安那咯？这三项。弄真好，啊！谁呐？正式宣导落去的是百姓唔知，啊！冲到大家里里啦啦反弹那么大，恁就是藐视议会啦！我拄仔讲这三项，连议会议员都无去邀请，啊！你要做会好？民国83年，尤锡坤前县长有做一本宜兰县的总体规划，有没有进度？花了经费多少钱？第一个花了经费多少钱？第二个
有没有进度，或是没有进度？跟王院报告，那个不是农业处在主导的案子。这个跟农业这个你们推展的息息相关呢、啊。它是一个解决总体。总体营造的计划弄那么好，您拢无去用，把它置之阁楼上面。它比较城乡的那个、一些结构性的发展、啊、比较没有谈到农业那个部分呢、啊。城乡发展这个跟农业宜兰县的全部规划在里面呢、啊，虽然不是整本百分之百一样，但是我们宜兰县是农业县呢、啊。所占的比例有60%、啊，怎么会没有关系？虽然做虽然也啦，啊不清楚你也这样子乱答，怎么会没有关系？宜兰县农业面积占多少？整体面积有多少？大概26000公顷左右。好，占全体这样面积多少？六十几。我知道是26000多公顷，那那個、比例嘛，所以讲你都无去了解真济啊。啊，你们局处里面如果要升迁，要不要先事先跟你们签同意书，然后才可以去别的地方应征？要不要经过这个手续？啊，免。我即马过你问八条呀啦，免过先啊啦。我知道你也不知道啦，又给你，又给你浪费我时间啦。农业处要到别的地方，你们的同仁啊，不想做了，要去应征别的地方，那需不需要让你签同意书以后，他才可以去别的地方考，然后考上之后才回来，你们才同意他放行。假如没有这个动作，他考上之后回来，你还是不放行，有没有这样的规定？应该不是这样规定的，应该是说他有一些业务，如果真的要交接的话，要交接清楚就可以来。好，交接清楚嘛，哈。对。那还是给他时间过去嘛，对不对？对对。安内利金公都，因为公务人员是国家财产，不是宜兰县政府的财产，也不是各局处的财产，啊、哦，好，那宜处长，同样的一个问题，在你们局处发生的时候，啊，您按他处理。我刚才讲的你没有在听，哎，你们局处里面人员的迁调问题，要不要有这个动作啦？就是要去保留亚应征，要先给你签同意，阿姨再去应征啦。哎，不会，不会哈，不会了。我们那个就是请同仁来了解哈，也讲真正了，我们也。其实呢，卖公管户是公一个婚姻机构啦。如果这是也是我们的力量的扩散，我知道，不会就很好了。你这是标准的，赞的。为什么？本来公务人员就是公共财嘛，伊要去高雄，要去台南，要去花莲，家人拢无要紧，要去宜兰县拢无要紧嘛，对不对？你讲限制讲一定要让恁主管签，签了以后去应征，那无让恁主管签，应征条。回来也没让你过，细数刁难，不对啦，不要那么没有自信啦、哦、那个不动产申诉在104年10月到105年3月10月都总18件啦、哦、18件有9件是自行撤回，自行撤回的原因是什么？Hello, 大概两点啦哈，一点就是迄个业主家己撤回啦哈，啊，第二点就是讲他跟那个厂商达成共识，所以撤回，大概是这样子。不，达成共识是协商成立嘛，是不是？那六件呐、啊，6件是另外的了，没了。你们有18件呐、啊，有9件是撤回了，6件是成立的，未成立有3件呐、啊，分三勘章共了。第一勘章9件是什么原因呢、啊？你都要共过了。第二勘章那。成立之后，时间到啊！时间到啊！好，多谢哦，好，谢谢，多谢委员哦。
好，咱继续请林希敏林议员。啊，主席，啊，两位处长甲科长吼，各位同仁大家好吼。哎，他拄啊甲听吼，听阮的市长吼，即摆议员吼，所以讲政党就是安尼吼。较早阮市长伊是国民党啊，啊，咱官的是民进党吼，迄政策吼拢无到两边了互动啦吼。所以你看即摆市长即摆民进党啊，还是即摆国民党下任，各同款啊，拢无法度一致的为着百姓的利益来做啦。个人的意见为意见，政党的意见为意见啦吼。我讲这是很遗憾啦，对宜兰县也好，一种的损失啦。其实好的政策，咱要斗相共啦吼，要斗相共才对啦。袂使讲啊，这个市长做的，我对伊无认同，都无认同。所以这几日讲的表现出来。所以讲，恁的政党的色彩做了无真好啦吼。其实，拄仔即看，咱农业处的处长吼，其实农业处处长，你到底对农业了解偌济？我即个想你了解无真济啦。你捌去农业处过哦？捌咯，唔捌你看，这是一个考验啦。当然，你拄仔只啊，议员即个质询即个问，你要部分了，但我是感觉该学落啦吼。其实，咱的政府也是爱适才适用啦。真正即农业即个所在，爱全面农业的来推广，伊较了解嘛。无你有诶毋知嘛。人先来讲啊，讲者上简单啊，好啦，处长，我上简单甲你问者啊。我顶下捌问过啊，咱诶小白菜、小白菜、小细长啊，遐啊，亚季诶小白菜，盐关真正慢爱几工，你知啊？爱几工你知啊？你知啊？会使慢啊？爱几工你知啊？你知啊？两支啊，知就知，唔知就唔知。诶、欸，差不多二十一工。凊彩讲讲，爱四啊七工，南部甲二十几工，南部二五工就通办。四啊七工安尼啦，我来提纸来恁兜爷门牙口爷，爷你看好。四啊七工会办，安那未办。迄天气的变化，天气的变化，所以咱宜兰吼，真正做田的吼，挡南部袂掉。咱宜兰的也好啦，会使报一档啦，会使报一档哦、喔，你知道？南部较早会使报三档，咱只报两档，咱即摆既然讲报一档尔，是安那报一档，万档歹收成啊，所以报一档。啊，咱点点咱宜兰人点点讲哦，爱来做田，互台湾全世界人来食，爱来做田，对无？当南部都袂掉，我安尼甲想想啊，我住庄家，我住较早住南桥里啦，较早阮城底啊，规城底一城底，大家拢去做田，即摆甲看城底哦。阮姓李万拢无人做田啊啦，古者姓谢去做田，姓张、姓赵拢无啊啦，姓谢也无个啦。啊，你甲想啊，春节去做田啦。阮南郊你好啊，找几个去做田，即摆拢无做田啊。做田有法度生活，无法度生活啊。所以咱个政府个政策，你要安怎来做，对无？这真重要。讲者上简单个，有阵时恁对农民遮歹，对无？啊，我阁请教你。咱税金处要扣这个税金，吼、哦，这个税金依用宜兰县不动产评议委员会地价评议委员会用这个伊的决议通过了后，伊有甲恁协调、甲恁沟通，你知？你知影这伊？你知影这代志？你知唔知？跟你讲，不过迄个会我是无参加，但是迄个规定内底有了解了哈。就讲要定一个那个这样的一个加税的办法。好，你有了解？你也感觉伊安定安尼好唔好？你也感觉依法有据吗？啊，阮议会去算啥？阮议长去台顶讲价呢？对啊，啊，你拢无甲尊重议会啊？安尼敢对？对哦，依法有据嘛？你感觉安尼对啊？对唔对？就从税务局的资料里面，它是有一些啊。依据来引出来做一个拟定的。啊，你看啊，你宜兰县的不动产评价委员遐比议会较大就对啦，议会讲啊就无算话啦，是不是这样？来，请坐啦，我看你也无啥敢答啦。我觉得啦吼，其实咱来讲，你讲农协吼，其实农协产生这严重吼，其实吼，咱的县长吼民调足足落啦，跟农业政策。有关系啦，你农协，讲者上简单啊，农协违规是恁农业处的 A 加听声啦，
累积来啊，累积来，历史累积来。啊，恁农业处拢是百姓的拍手，农业处就是讲百姓有人检举，就去开罚单六万块，无检举就歹管的。所以，他都讲议员这个问讲，即摆申请的东西啊，你用要用什么办法？对不？法规定予你，法规定予你，你要执法做好，头一件做好，出了点嘛做好，百姓都袂违法啦。你唔啊？你要安怎做？唔啊？对不？你拢坐到遐啊，等人来检举啊。我感觉法教予恁，恁来去执法。一块百姓就修法，修法了后，大家都拢唔敢。所以这我是感觉真简单啦，对不？啊，恁即摆拢是安尼气甘掉，你甲想啦，好啦。细间厝个讲拢总罚4600几万啦吼，罚2260几间啦。你甲想，县政府摕到咱个税金够偌济？1800万尔呢，40%嘛，1800万你看，还县长安，你看民调怎啊？为了1800万呢，对不？你个想法敢对？我相信啦吼，拢科长吼，拢科长，宜安县真正天图面积超过，拢边境拢有超过无超过？有超过无超过？你讲8000几间啊，8000几间拢有超过无？天图面积有超过啊？以前有一个统计啦，大概60%左右。60%左右，我看较低啦。真正啊，你拢讲现在讲6成6成尔，逐间也拢超过啦。天图面积逐间也超过，你安尼甲行出，你来清楚，你安尼甲行出，你安尼车安尼甲驶，你安尼目睭安尼甲驶，你做目睭安尼甲驶，你甲看，宜兰市暗时你，啊是其他乡镇，燕山、三星，你安尼甲驶去，迄拢无超过，逐间也超过，但一间无超过。迄是恁有人甲恁检举，你会感觉，无人会检举。今日是拢恁的影响，你今日讲发个一毛掉了后，今日袂产生安尼啊，对不？今日就是你拢恁家来啊，好啦，即马拢是安尼规定落啦。你也想啊，有人去哦、喔。你若拄啊出张，你唔讲，申请有176件是迄个住建人证明嘛吼、喔？我要启动时，还是恁遐先通过？年外甲178件，真正申请的遐人有惊，好啦。签好遐个人，你的感觉呢？这条发出来感觉，你的感觉先有什么看啦？主任，你有了解？你捌去看无？申请起好安尼，入去带伊感觉先有什么看啦？有过违章哦，天主面子有过超过哦。拢有科长有啊无？你捌去遐看？有信号无？啊？有信号无？谢谢议员指教吼，新核发的都有去看，那目前拿到执照的状况是都有照本来的核定去做，啊，有一些扩大填土的那些都是属于违规案件，我们都会照那个规定去做处分。所以讲吼，真正，那么政府的政策做好，还请坐，卖违章，还一届就知影，别人就袂啊，对。啊，咱的法，恁当穿安尼好啦，拢是去路边啦。恁那个想啊，安尼咁好，唔是一样？是天图面积无调过尔，遐一间，唔是同款，对不？恁都无整体规划嘛。照我个人的看法啦，一位拢来规划一位嘛，爱你来去嘛，对不？你的土地摕来遮比例嘛，都袂产生安尼啊，同款你拢去路边啊。即摆去路边啊，搁害道路边啊，停车也袂停的啊。对，有滴四米路退缩6米，敢会停的？有也无啥会停的啊。所以你拢无考量啦。你我想无咧，议员3、4千，你唔捌管政府，唔捌一个爱讲要一个政策，要来一个政策要来改变，唔捌讲甲遮议员来沟通，讲要哪来做，规个说明会看要哪来做，对百姓较好，你拢唔嘛？你尊重外口啦，无恁少数人啊，用少数人的来说白阮遮，安尼敢对？对哦，你今日讲一个简单的啦，好啦，佫继续安尼舞啦，安尼佫起毋是共款，会减少无毋对？共款毋是佫共款？今日拢是违规的拢杀人，真正做餐人的无啥会违规啦，
上过天图面去挑开，伊未做甲真水，你未我未做甲真水。即摆即拢啊，恁公务人员、生理人、好业人，甲阮产产的侮辱，像阮庄稼人，阿变哪错？我先来讲，议员有诶讲反对深陷农事，因兜拢无产，甲会安尼讲啦？因兜像我咱有产，我都未讲啊。人拢自私诶啦，对无？较早农业处长敢因兜有产哦？因兜也无产啊。啊，但伊遐做产敢会啥？做产敢会使？做产诶生活，对无？好啦，恁农业处一个讲啊，我对阮农民有照顾，啊，恁若照顾啥？恁若政策甲恁农民照顾啥？对无？咱县政府照顾啥？恁若讲一句来听。处长啊，你知影照顾啥？跟农民辅导啥？做啥？对无？像阮宜兰市好不容易得冠军米安尼，哎，两年呢，好不容易嘞，冠军米是好食的米类，评比的单纯省嘞。恁农业处有去关心啊无？连处长都歹去哦、喔，讲起来是可怜的，宜兰人可怜啊，做田袂好势，做田歹做，啊，恁还要搁侮辱？宜兰人好不容易，我那些土地较好个，你即摆安尼安补啦，补到即摆土地拢歹，对无？做田人袂做个，处长，做田人无法度生活，你个看你个想法变安怎来？安怎做田人较好、较富足个生活，你有法度？你知影？简单者，你知影？甲你们报告，其实。农业生产其实有影都是较弱势吼，啊，所以不管你讲这个生产的过程的这相关的设施，还有补助也好，还是讲这个行销也好，其实观众一直拢有伫这个努力啊，伫辅导这个工作哦。啊，我想将来就是讲，我们一直在推那个宜兰严选啊，要把宜兰的这个农产变成，迄民讲啊，农产变成黄金民讲啊，来清楚。我咧讲，你讲做田做事吼，我记我细汉的时阵吼，阮庄稼南桥遐建业遐，遐做田人拢真好啊，拢赚真有钱啊，大家拢赚真有钱啊，遐较早拢拿种菜啊，种田啊，大家赚家呢，哪会无？即马时机，即马就是安那咧，即马拢小佃农，你知道？敢若阮五兄弟啊，阮老爷做三九啊地啦，啊即马剩。一个五兄弟分分四分地，要安怎做田？无只做田啦，对无？无只做田啦。你爱有思考，即卖拢有人专门去做田，你知无？专门去做田，你知无？专门耕田的啊，有耕田机挂吊去专门这样做啊。像我田也是拢王做啊，我的田王做变安那，互这个人做，我三四位啊，这个人爱做三四位啊。恁有没有提倡？小地主大佃农，啊，恁有做哦？农业银行恁有做哦？农地银行恁有做哦？做一大，你口号遐久啊？恁有做哦？恁有做哦？我知道啦吼，恁公务员拢是安尼啦。我的我的职责我在做，啊，我歹去想真济，想真济做真济，搁去用骂，公务员变安尼啊？多做。多错啊，少做少错，薪水叫一样啊，对吧？啊，你看我政府会进步，不可能进步啊。这简单讲一个口号，你也无法度去做啊。好啊，我先来讲啊，好啦，市地的啊，百品市场讲要煞啦，是几年要煞？啊，百品市场要煞，咱县长的政策讲，养猪户要拢归位个煞归位，你有去做？你看养猪到处拢有啊。到处拢有啊，对无？有诶，讲一干呐水流落来，要洗温水也未洗，较早拢会洗啊。恁有安尼即个做哦？所以咱清来去讲吼，恁共款啊，恁若做安尼，我著安尼做落啊，我一样啊。处长啊，你诶想这个有法度去遐整合哦？小地主大佃农有招去遐整合？敢这个土地，我这个土地，哦，伊来做，啊，这边伊来哦，家来做，安尼降低伊的成本，你成本降低，我定真低啊。第一，筛田，你看挂布，迄个挂条啊，落去挂，搁倒起来，挂分偌地倒起来，搁换位。啊，如果拢大家拢做伙，只挂了，规片拢挂起来，美国的成本降低就是安尼。
人大面积啊，对不？恁有正经去做，我讲恁拢无去推动啊。有阵时对我会感觉我浪费，我感觉浪费对农民上好，拢甲斗三工，创啥斗三工，对不？啊，恁补助拢看管人啊，对不？处长，你看你有照做？跟林园报告，其实小地主大佃农这件事，未来的方向哦。我嘛一直甲农的、甲农的这边，我们去探讨啦。免来甲这个免讲真济，有法度做啊，无法度做啦，安好啦。你讲真济时间，你浪费啊。一定有法度做啦，啊去努力拍拼。偌久做会成？无你宜兰市先甲做嘛。基本上小地主大佃农的已经有一寡成型啦。试试看来做啦，哎，真正落去推动啦。你只讲讲，无推动也无啊。好啦，先做啦啦。好啦，我养猪户遮济啦吼，宜兰县有遮济养猪户吼，咱宜兰县拢食无够啦。咱环保局、环保立交，环保立县啦吼，所以吼抓真严啦，抓真严，该抓无抓，拢较细场的拢透入去开单啦。我只以为要讲委员以为，大场的恁拢唔敢啦，大场的流落废水吼，啊，拢生乌气，恁也唔敢去开单啦。我只以为讲恁也无效啦，对不？好啦，啊，你甲想啊。真正去找一个所在，甲八九因一场那创作伙，啊，找去沿海的所在，土地面积创较阔啊，土地征收较好计哦，和地主，啊，无你搁画一寡建地给伊，画这边啊，边啊拢做绿美化，做水起来，我感觉这是真好啊，卖让地主损失，这海景啊去啊，这道啊去恁家己去找啊，我是讲从这你也爱做啦，对不？好啦，搁刷嘞。草就好啊吼，草逐年即挂拢早拢无大落呀。阮美福大排遮，逐年啊草遮济啊。你爱去想办法，即个草要哪来处理啊？无恁逐年啊拢只见做大水，即摆大水阁济啊，见做落都淹了了啊。遐草拢规堆个啊。哦，你爱想办法，即个草要哪来处理？即个草要哪个收了，要哪来运用？即个草啊，会使运用，会使用呢？对哦，你爱想办法，即摆收草紧啊，即摆拢机械化，是土的部分较废气啊，堆肥也会使啊。咱政府的政策爱做，你袂使在点燃在遐，草你拢甲堆肥起来，好风吹拍，等下就变灰的啊。即是一个真好啊。伊这也袂臭啊，对不？成年这拢爱去做啦吼。好啦，这时间的关系，地政处的处长吼，我即摆上重要吼。有滴要我服务案件吼，其实农民的农地边啊有，以建地、起林地、构成起林地，还其他的用地吼，会从这块土地遮完整的农地去往占一个，公家拍卖也好，拍卖了后。照正常吼，你来去修法，哎哟，通知农民。虽然你有广告牌啊，只啊，农民都唔捌啊，袂晓去啊买。啊，你通知真正讲修法了后，伊你拍卖了后，爱通知地主，伊优先购买。法律来去修改，法律人想的啊，对不？你啊想啊，县长你看，法农社法改就改，法啥就改，县长权真大嘞，对不？中央政治伊也歹管啊。对啊，啊收啊，单纯说无收伊就去收啊，所以我真正讲法的部分无适合恁政府官员恁这科长遮，恁来斗三工，或者发修一个较完整的，互百姓生活较富裕的、较快活的。你讲有阵时讲成安呢？你讲成迄我服务案件呢，两个对啊小过，对啊拍歹，对哦。我是感觉针对吼国民员会做的工课。该无适合尽量硬斗三工吼，以上报告吼。好多谢吼，那几点？三半呀。要迄个嘛？迄个就再来讲。来，我们来休息一下哈，好休息。
无嘛是一只有够。好，我们继续开会哦。接着我们请张议员，张明华，张议员。哎，一定，各位两位局处长，各位啊，这边各位同仁哦，大家好。我先停一下农业处哦，我们现在那个农民资格跟农业东西的农舍申请，好像件数已经有降下来了嘛。啊，这个申请的期限，听讲时间够不哩久，今摆是头拢伫申请到外久时间，那可对可了解吧？哎呀。农民资格加农协保，大概都差不多在28天。28天还是在那么久？就是因为还有一些补证跟限刊的时间。啊，你那个审查会的部分，现在还是一个月开一次吗？还是说有缩短那个期程？每个礼拜都有开。每个礼拜都有开。啊，你我们再请一下那个审查委员会的委员成员，大概有哪些呢？主要是各局处的一些同仁，还有改良厂。那上次我们有特别，我记得去年度也谈到你们要设置这个审查委员会的时候，我们特别提议说不要跟实际上的作为现场农民作为脱节，能不能纳入比如说一些我们农会的成员啊，或是说正在耕作的这种成员可以了解到真正的一些需求，因为毕竟吼做产业啦，不是讲大家我相信咱在做过了嘛，无真正实际上去操作。对。较早我知咱前处长是有在做产的，整个那个实际状况可能不是很了解，这部分干部都考虑一下，可以一些浮动的成员里面可以把它纳进来。安尼说，对于农民，你说不清楚，您要几位规划来对，还是租界方面，您可能看了解，现场实际的状况，安尼这方面大概列入参考不？可以哦。还有一个说，现在咱的农业东西这个部分有没有？被你们撤销的核准过被撤销的有没有？有什么情况？有几件？件数的部分，我可能另外再整理给议员。好，但是撤销的那种状况，是因为他限期改正，然后他没有办法配合，或是说已经限了很多次了他没有办法去做实质的改正，或是已经。资材是可能转做商业使用，或是做其他住家使用这一类的，我们才会用到撤销的手段。还有没有其他情形的？比如说填土回归的部分啦，算是现场的那种耕作空间改变这个部分有没有？这个我们会先辅导它改善。啊，这个部分有没有撤销？这个部分填土的部分没有，因为我这边有得到一个资讯所以我现在特别问你一下。是。因为最近我们税务局都在计这个补税增税的税单嘛。是。那税务局的资讯是说，他们有得到你，因为他有些资料是从你们这边报过去的嘛，他们还有他们自己清查的嘛。那所以说，最近很多民众有在申户陈情他的这个增税的部分的面积有状况不符合什么的。那听说有因为这样子。他重新再申诉而被你们撤销掉这个农业容这个设施容许许可，有没有这个情形？就我们应该是没有，应该没有确认吗？对，因为他只是单向在查询说他有没有做那个农业使用嘛，所以其实我们会针对这个部分协助去做一个认定。那后续的话，其实在去年就有一个原则，我们会照那原则去做一些路岸列管。或是说做一些那个一排程处理的，就不会再有额外的一些动作出来。我这边是有接到陈情案件，有这种类似案件，我希望说科长你再回去再看一下查一下，如果说有这种情形的话，希望说我们能不能再拟定什么方式，因为这样子给人家不好的感觉了，因为已经都给了嘛他的违规也不是在那，就像你讲，如果说是因为资材室本身他已经违规去当作营业性使用，这个是撤销是应当，但是如果是其他项目的一种，不是这种大我们讲重严重性的违规，你就把它撤销掉，这个好像对民众来讲，应该感觉受到说，县政府在蛮横的感觉在做这种事情。另外是讲，我们农委会上次有提到说，已经去年有把我们那个农民购买农舍的资格的部分要受限制嘛，那这个案子我了解到他们已经送立法院去备查，但后来。
立法院那边改为审查制哈。那这个你一大里面所知道的讯息，这个部分会不会去处理，或者说还是真正会在推行呢？你们的？跟议员报告哈，就我得到的资讯，那个购买农地哈和农舍的资格目前是还没有限制啦。那中央要修法的话，因为涉及到农业发展条例，它的那个母法好第十八条，所以它要这么快的好要动到第二阶段的限制哦，农舍购买人资格哈，目前是还没有听到施行的一个进度。好，那因为为什么问你这个问题？因为现在在坊间哈啊都在传言啦，因为他也不去谈，可能是中介者不晓得啦，那就是说还是其他的对土地有特定的这种不同见解。那他们认为说他不会把挂到立法院跟农委会那边去，他说一旦县政府啊在限制啊农地跟农舍购买资格的这种限制啊，所以一波大家传干呢啊，祖先嘛一挂农地哦，那讲实在价格就下降了，被压了下降了啊。这部分来讲啊，当这个讯息他们有时候会从说啊，管政府这边传出来，放出来消息啥，我想如果啦民众。啊，然后来进行询问的时候，就跟他们明确说明，这目前还没有实施，还要透过立法的情形。无你也去外口甲问哦，只有大家拢安尼讲，讲农舍袂当去啊，袂请你啊，一定爱你做讲要移动要创啥嘛，拢爱农民资格，包括产农同款，安尼咧讲。哦，这部分啊，我想说咱来破除一下哈、哦。如果这方面的话，如果尽量透过这种方式能够告知的话，是比较好的。啊，无安尼，拄要讲咱农民拄要注定讲，他本身是一个弱势的啊。土地就剩遐久王之类吼，啊，佫真正无价值吼，无价值安尼，啊，能讲情何以堪？另外讲，即马咱县政府我们在去年就有公布了一些易淹水地区吼，啊，这个部分哦，那有一寡农地伊就开淹水嘛，开淹水，那一寡我知影一寡农民因为拢为无咧种地方种菜，啊，种菜的时候，但因为有时候他那菜够啊，佫还佫经啊创啥，那运气用一别个东西佫来。啊，但是还佫一寡杂物啥，要佫重新佫种起菜，种个水无简单。他们部分也会把填土的部分拉高，可能会高过40公分。像这种易淹水地区的话，这个高度你我们这边有没有什么有没有思考要放宽一下？违禁给水啊，看是违禁给水，这是不是能不能做现场实时认定说，哎，伊这所在易淹水地区，但是伊里边种伊种地方嘛可能歹种啊，啊无好收成，只有准备种菜。啊，种菜中间土一定啊掠较悬嘞，啊掠较悬中间你讲40公分，流水嘛是拢淹过啊。啊，我相信讲他每一次那一年做三四遍、五六四遍淹水时，大家都不一样对吧？哦，啊，这个部分有没有办法再思考一个方式来协助农民处理一下？有些地方国家所在有袂少啦，我相信你打开那边讲有会较给水些嘛，拢有啦。哎，这能不能再想个办法？来思考一下，他们在现场现看，哎，确实是有做菜过，做个拢种个种干了无？啊，这能不能做实质认定的？科长，处长有法度了无？就我们到苏克无？其实就五节吼，那个易淹水地区啊，其实我们有跟公所吼，在也有跟农民对话吼，要准备做休闲的一个农业的一个发展。那它的主要的生产吼，就锁定在蓄水的作物。就是在种一些香水莲或是莲藕，好、哦，那其实有跟农民也谈了一些用地，好、哦，目前有跟改良场去看适不适合种哪一些那个蓄水作物，那这个部分可是有应该够明发展，因为哈、哦，迄、那个所在地哇，你有没有考虑到盐化的问题呀、啊？啊，是不是做适合真的是蓄水性可以生长？啊，所以说纯建材，我是讲当水果挂卖啦，好、哦，伊屯土豆那是。原则上我们是不予许可吧，但是如果他是为了他的那种啊种植行为的改善哦，我想是不是在苏克看卖，用现场到去看一下实质认定来做思考。因为我看你即马啊出去审查所有农民资格也好，是请这农业总署的话，也都是现场实质认定啦、啊。啊，这个部分农事考虑看看，好不好？啊，毕竟那些动作行为为要嘛。那另外一个。目前我们的那个农业的出顶，像刚才叫你讲的有机生产面的部分哈、哦、啊，现在比例这样，我们占了宜兰县占了多少？整个占了多少？
有机面积大概171公顷左右。整个面积的比例这样占多少？专区整个专区一百。间隔对农家农沿管的农家面积行为内底，农行为内底面积占偌济？几趴？差不多500公顷呐、啊。哎，500公顷几趴？因为水稻是11000多嘛，11000多公顷。你来讲，如果咱宜兰县啊前面推展有机的部分全部去做的话，在政府部分有什么方式可以处理？是用奖励性的还是强迫性手段？你对啊，出去有提到说要把我们农产品做成宜兰严选的一个标章嘛？哦，简单讲，你啦所有的人看到宜兰诶这个农产品后，就看到宜兰两个字，他就放心了。啊，真的没办法做到这样子。那个店员报告哈，那个宜兰原选其实有三个层次啦，等于讲有机，啊，那个是个友善就自然农法，另外一个安全农业，安全农业那块是小地主大佃农，大部分那代耕业者去保温哈。我在讲你，你那边过来要专门推动，你讲宜兰有原选这条路全部的话，我们这样可不可行？应该我们一直内部一直在讨论是不是在10年内哈。啊，比如讲，十年以来，那一年来讲有这个10%，1000公顷，慢慢的机会到全部，但是那个有一些困难哈，有一些难度，我们要跟农会有谈过一次，是怎么样一起来把这个宜兰严选这个政策能够来落实。我是希望讲，你当可能看到宜兰这两字，吃都无问题啦，是，安尼对咱农民才有帮助，无哈？你用安尼打打杀其他嘛，特别对，另外是讲。我看到我们都推了很多的这种小农市集啦，哈，啊，提到说有跟民宿跟餐厅有点在结合，到底那你当建立的，我们能不能建立到一个很强的一个媒合平台哦？刚才讲，如果咱这边家来当有点手，透过一点手段，可能透过一点我们的行政政策，会当把咱的农产品跟大型餐厅啊，跟这个饭店做结合不？因为我看你，咱大概推荐小农市集那种，那种量，还有那个层面哦，拢非常的细，你叫人无帮忙。简单讲，如果那个这个区域来对于啊有机示范种植啊，是用友善耕作哈，噶这个所在的区域，在农产品，噶叫农民推荐，媒介到其他的，比如大型餐厅、大型饭店，沿途促成费用，按赞是固定有一个，因为迄个销售来源，啊无吼。你若要用咧西洋啊，而且我讲对农民的帮助实在不大、啊。你讲无唔对，其实是通路啦哈、通路比如讲餐厅啦哈，啊民宿、旅馆家，甚至于有一些我们要设什么稻之翼之类的东西，就是讲那些小农或者那小农或者是有机有善耕种这些，能够有一个去处，有一个贩卖的地方。嗯，像也一直在谈那个全联哦，它那个里面可不可以有一些宜兰原选专区？好、哦。一直在谈这个事情，在做某媒合的工作。咱的情况，我都建立成业务员来替我们去招接，无简单讲啦。应该是按这个方向来招。对啊，我想能不能把我们的政策啊，除了不是政府管，能够有点企业化那种行为、其实思维在里面，帮农民去做这种媒介的平台，强力的去。简单讲，我不先在请，不先做业务员呢，安尼有这农民哦，以后我都安心啦。你以后放心就去增加，无正正的我讲要提到嘛，唔知啊。你讲嘛？啊，介绍嘛，不一定会好啦。因为这个方向是对，阮就是同仁跟阮呐，含这相关的这个团体当做一个来拍拼，朝这方向来做努力了。系啦，啊无哦，最近真歹，在农民啊，就是拄仔你讲，真做事情辛苦。我想在座各位，主要都是正常嘛。还有谁的重点？家里的重点有没有？几个说一下。这我是洪泽咧，你不知？昨天开口地拢无哦，所以哈、哦，如果老有就知哦，除了做田哦，最近无啥会谈的哦。所以，咱得想办法，让人家，嘿，销售行能够平台能够挣得出来，不然没有人敢去投资去耕作了，好，做那种耕作。另外就是说，啊，我们在农村再生计划，咱电子盖有一个电子伙伴哦，我无时间跟你问哦，有一个区域产销辅导计划的，里面特别提到只有提到三个乡镇，没有特定指定哪些社区，因为另外一个电子伙伴都提到啊，国际的那个国际村那个部分就是有提到哪几个社区。表示这个案子哈、哦，在推测应该是一个很空洞的东西，一些违办案件呐。哦，伊特别提了讲罗东啊，加东山五件嘛，吼、哦，但是其他里面有提到说，可以设定三个社区的空空洞洞，无什么物件，只是说在做一个产业一个行销的辅导而已。
啊，我早这个物件就是到尾是上高上上出来行行佚佗，就倒来啊。后续我想，这个到时候委办是用一种评审制嘛，对吧？对。他评审起来有提出报告、期中报告、期末报告嘛？对。是不是有这样？对。我是希望讲这个当，到时这报告当好挂无？可以啊，可以。啊，麻烦那个啊，一定要把这些麻烦做个记录一下，好不好？伊这推这个农村区产销辅导计划底哈，这个计划底期末、期初、期中、期末报告，而且提供给我的。要啊，要要求资料还是要？要要求，要要求这个啊，要要求这个资料，要要求资料，请提供资料对不对？好好，好，这就记录无，即摆到时你别记哩。好，安尼，等处长请坐了。先生，你别讲啊。好几项呢？对啊。处长，哎，我先问一下地震处长，我现在在推组织再改造计划哦。啊，我看应该你们可能建设处要合并嘛，哦，我看那看名称好像建设处被你们并走了哈，哦，但是是不是这样我不知道啊。那你们对这个整并有什么看法吗？到底是我觉得说这两个这么大两个处这样整合起来，在整个操作面有没有什么状况？李警官，这是大概一个就是我们地震业务哈，噶，哦，主要还是土地的这一块了。好，拖了去地，拖了去地里啊，切割做地，包括农业处也是一样。哦，它是农地管的，那农地这一部分，我们是希望在城乡这一部分能够整合啦，哈，哦，啊，包括的确有很多竞合的事项会在那里面。嗯，啊，走起该组织改造，我们知道哈，哦，没有错，大概拢乡音承袭已经这么长的时间了。啊，当然啊，拿那真正的鬼往前面，如果是我们说往前面在看这些东西，好，哦，啊，起码开始大概都无啥。无啥在操作上面哦，大概感觉客气就对了，初步客气啦。阿拉公下次是我们的公子、我们的儿子去当那些业务，我认为他们可能哦的，好像习以为常了哈，一定答应来啊。所以这个大概是每个组织改造非常艰难，真正做艰难的啊，做艰难啊。但是迄个大家拢爱往前面看呐。好，打工，包括我们议员说，认为对，我们往十年看，往将来，迄个宜兰关是不是安尼较好？哈，安尼较好，阿得当当支持。了解，好，我当你意思。后边时间我咧，我报告议员。当议员哈，请教农业处的处长哈，咱宜兰县农业发展基金会的运作，目前的状况是否正常？有正常无啦？有正常运作无？高院不管，应该是正常了。有正常哈，我来讲了哈。我记得104年了，是相当不正常。基金会、董事会都没有通过，没有经过董事会的通过，县政府补助款，包括中央补助款了，全部花光了，以后才来叫，再来到月到年底了，才来请这些董监事来通过。安尼讲不正常，都完全不正常啦。我希望讲，正的不正常，做了不好，应该好好去改进。未来的基金会哦，你即马注定起来，我相信哦，这个不要放松啦。你像这人讲正经的，你即马你无办那济啦，办那大啦。啊，你我即马问问讲，啊，恁到底有通过无？恁这届要开的经费，有经过董事会通过未？也没有经过通过，你知道吗？这个部分还没有开会了，还没开会。还没有开会，你们就先花钱啊？这样可以吗？应该会办那个相关的那个。所以这样的运作，所以我就会跟你讲，我真担心讲，因为运作不正常。哦，照理来讲，县政府包括县政府的补助款，包括中央的补助款，在你们要动支这笔经费金以前呢，应该董监事会要先开嘛，开结算，不，这个开会同意你们花这笔钱，那你们才可以执行所有立博的经费嘛，安尼唔得丢，恁无嘛，我感觉恁的基金会足散，安尼唔好啦，开政府的钱，啊，咱算农业处内底，这个基金会内底，哦，当然当时就是那我们的县长，但主要的还是处长你最重要，你下面的执行长，哦，副执行长这些干部呢？都要定好条，啊，无咧算型算型讲正经诶，县政府钱补助恁，啊恁嘛无咧尊重，
讲宜兰县政府还有监督权啊，啊，你们董监事，你们要经过董监事的同意啊，哎呀，董监事来给你背锅呢，你变哪种？我说，那你真的你顶年啊，你今年啊，如果讲，噶即摆拢歹讲，好，啊，办甲煞，办拢煞，啊，佫还袂经过，当干事通过，啊，你是要安怎来核销这钱？啊，唔好恁过的事，恁要安怎处理？所以这是很严重的事情，我是感觉讲基金会哦，不要太散漫，哦，无责任乱七八糟，这样不好了。所以我希望讲这。好，是，好了，开始好。接下来是那个我们余尚德议员哈，哎，借我一个时间，我阁继续来问了哈，有关于农业署的，即卖就是讲。那你海水供应站目前的营运状况怎么样？是不是我看我请这个渔业管理所嘛哈，这渔业管理所过来嘛哈，处长你卖供了，我向所长供去，你们目前的运作状况怎么样？主席好，吴议员好，那目前运作啊，大概就是正常运作了啊。大概还会有一点点结余，再做一些部分的修缮，大概是这样子。啊，这安尼好，咁有影呢？我直接甲你讲啦，哦，您海水供应站自从我们县政府接管，业所接管到现在，造成很严重的问题。来，您的水管破了了，无咧修理；您的莫大海了了，无咧修理，开关嘛无开，造成农民。重大的损失，那么养殖器里面的鱼虾死足侪，你知无？所长，你知无？你知啊？知你讲你正常营造，正常营造是不应该有这种现象发生的、啊。这种现象发生了、啊，讲真的，你是第一个要被来提出来做检讨的，对不？这真严重的代志，人依照和相关的单位去管理，那个两个班去管，两个会去管理。都没有这种现象啊！好让管监会来管理，既然比民间的管理更加歹，所以呢，造成呢，你可以看讲，咱的渔民在养殖区的人呢，损失这么惨重，这要赶紧来做处理啦！你无做处理，要叫人安怎生活？人要饲鱼啊，本钱拢落来，结果未当来收成，搁安尼一直死去啊！你这么个担，还搁放伫啊，里里落落，安尼好吗？所以说你说你正常运作，我觉得很怀疑啦。哦，我是干嘛讲哦？这个应该咱来请专人，也要负责修理的人来。哦，像屏东人家屏东有几个管理站做得都相当好，都做得很好，拢有专业的。人不但会当云雨，阁会当甲真真个海水供应做充分的供应给养殖区。啊，咱无咧，你去看爱水无水。啊！要啊去莫打嘛害，啊水果嘛害，大项拢害。啊，无法度更新，无法度来争取到中央的钱。所以听我农委会嘛要给咱钱啊，只要咱的计划呐100万去，又要给咱6000万，啊，咱是安尼快赶紧来做。我这吼，想真的，你们要好好去检讨哦。啊，咱无专业，请的人都无负责。你即摆到底是请谁去管理？啊嘛无你负责，啊这边检讨吗？这边没来做处理吗？所以啊，我告诉你啦，应该要好好去检讨，不能这样啦，袂使安尼乱来啦。农民辛苦，所投入的金钱，安尼吼，恁管理不好，害因造成这么大的损失，讲真讲，叫苦连天啦。所以处长啊，你也请你要求他们一下啦，哦，要求他们一下，爱好好啊来做好，哦，农业是真重要，你人管。宜兰县是本来就是农业大县，啊，农业大县即嘛吼，你去看讲，造成农民农社呢，直直起，对嘛？咱的农地太俗，啊，大家拢要来吃，所有人拢要来移，做北区方便，交通方便，人拢要来吃去，所以造成咱即嘛农地一遮侪问题出来。所以呢，讲真的，农业的相关问题很主要咱好好来加强，农地管理嘛是还佫要加强。当然，你无管理，百姓也唔知啊，啊唔知就植物、乌皮物，啊造成重大的违规是很多会发生的。所以呢，我伫遮请那处长吼，头拄仔讲的，这个外久以来吼，刚才所谈到的这个海水供应站，多久里面要处理好？请你说明一下。谢谢委员指教。之前是两个会，你轮流在管理啊，尾啊都一挂状况嘛哈。啊，即摆管政府接来管理啊，
前阵啊，其实有发生一个，就是讲迄个开关无开开吼，啊，其实有滴影响在咱渔民吼。啊，这部分你讲解读啊，即马上重要的是讲供应站这部分迄个海边诶钓，几个钓即个公线，其实拢台，所以它没有全面的可以来抽水。啊，阮按算差不多，即马等于设计吼。差不多这个五月底六月初六月份之前，应该都迄个老水上好处理的时阵吼，要全部把那个所有的管线做更新，好让全部让来抽。啊，内底讲啥，迄个一寡老水无，我来全面先来做检查，这部分我伫督促。我这边来讲吼，要加紧脚步啦吼，这个不能再延后啦，这个搁拖搁拖不是办法啦，用用民这个咱养殖企业在所有的。在养殖期的，在人民的钱拢会损失很惨重吼，就拜托安尼吼，过来我来请教，交通请坐下，咱我这样讲就好，讲单较单独的就好，大溪内底的休闲农场拢总有几个，吼、哦，休闲农场吼、哦，休闲农场准已经好的啦 ，OK 的啦 ，OK 的啦，吼、哦，已经有几只的，拢总几间，吼、哦，你申请的有几间，吼、哦。啊，包括有没有大型农场？好、哦，请主席啊，列入会议记录，在县政总执行以前，含糊本席啦，哈、哦。啊，其他的相关的故事，我希望哦，大家拍拼，农业是非常的重要。农民要靠食钱，啊靠咱农业好来做辅导啦。啊，那农业无甲咱辅导哈，关键经验哦，农民是足辛苦的啦。在这满是拜托，过来，其次我请教那个地政处的处长，地政处处长真济农路哦。龙水路需要更新的，几乎讲真久啊，你拢无咧做，哦，无咧做，当然咧，啊，可能你县里经费的问题啦，哦，但是嘛未使讲无经费就无要做。早期从化到现在，包括75年从化到现在的龙水路，都是大地围，哦，大地围这个尾仔站的这站，以前段2/2-37号这个所在呢，路真歹，佫常常淹水。造成交通上的严重的问题，运输上的问题，啊，要出几个问题，所以这个请给予重视了哈，请给予重视了哈。啊，过来就是讲啊、包括呢，马林从化区内底，哦，这嘛是马林从化区，讲起来用到30-40年的重划区内底，这老重划区，啊，调整区的一较早的基金几乎拢开了，啊，即嘛这条是属于农田排水，农田排水，咱即嘛来讲会勘。拜托水利会，水利会讲伊无钱，无法度。啊，咱县政府嘛讲，啊，这都水利会。事实上，跟地方都息息相关。农民呢，靠这条来排水，30-40年拢唔爱征收，拜托的。可以看3-4次，干哪？我议员少年做个老啊，干哪未做啊？讲这对地方会交代哩。拜托处长啊，这也敢做，也敢重视啦，好不好？哦，刚才所谈的这几个，这两个哈，包括他都啊。进前嘛，我跟你讲一条过哈、哦，那个也是都没有做哦。我希望讲这个应该列为优先的哈、哦。咱伫讨论那个专案，那个审查电路案的时候，我讲给讲一条。所以讲讲的遐久的，啊久的，年过遐久的，应该列为优先。你要照百年过来讲，你讲早期从化区，啊这算较久的，所以万事拜托，这一定要给人做好啦。哦，啊，我希望讲地政处的哈。哦是嘛是非常重要。啊，恁方便宜，恁还要变咧变咧建设处变来恁家，还是恁要变恁遐？我感觉拢足唔甘的。安尼，恁若敢单独作业吼，我是感觉较好。我安尼靠直接的对小唐来讲，哦，所以我是比较这样的希望啦。我希望讲恁嘛是爱好好做，叫有关于农路改善的部分，农排水路改善的部分，不管是水利会的，我们应该可以做的，要尽量来做。安尼再来当。符合人民的要求，符合咱百姓的需要，大家万事拜托。好、哦、啊，以上我现在把时间还给那个我们游向德议员，谢谢。哎，主席哈，啊，两位处长哈，啊，各位科长，啊，各位同仁哈，因为我想讲，这个去年哈风台哈，啊，已经啊做了后，已经结果啊哈，那咧人山苗圃啊，迄、那个。一寡设施吼，包括围墙啊，啊，你甲即阵啊，还佫用迄个防彩带啊，甲围着安尼吼，甲即阵啊，还袂去复建吼，啊，这到底是经费上的问题，还是这个作业疏忽，还是讲什么问题吼？我请这个处长吼，你
你嘛赶紧去啊处理你一下。你一寡游客也是登山的呢，啊，每一届拢伫遐反映，哦，啊，这么久啊，啊，迄也毋是讲工程偌大的工程啊，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做？欢迎大卫下。改的迄个议员报告，迄部分就是讲一寡设施派的，都是一些设施建筑物啦。那结果设计了，即马四月十二发标，啊，最近来开工，其实是迄个一寡程序吼，有小可拖起来呢。这部分我哋积极来进行来推动。好啦，这里恁来要特别去注意吼。过来我是讲，这里林务科吼，咱即马宜兰县的百万植树吼。啊，到目前这个成果到底什么情形？哦，要未看，要未出来。因为种树也是百年的代志吼。我即嘛是讲，对于这个树木的这个栽种，哦，咱来考虑讲当地迄个环境，啊，搁要知影这个树啊的这个性向吼、哦。我看迄东山河的这个。两边所讲这个行道树哈，啊，一届啦风台来，不管大长细长，啊，都拢搅头啊，哦，啊搅头，恁又搁请包厢拢去甲架起来，哦，我想今年若真正搁风台来，又是搁倒去，所以树啊永远都是袂大啦，永远都是袂大，啊袂大无当紧，搁爱四块搁保证。我即马所以讲就是讲，这个树啊吼，你像东山河这个。上游的部分啦、啊，吼、哦，也是讲下游过去拢种乌棒树，啊，你也看迄腹地啊，斜坡啊，啊，迄、那个根串无路，风台来当然嘛倒，吼、哦，当然嘛倒，所以讲恁这个种一定爱选择啦，哦，你像即马种迄个光蜡树，啊，光蜡树是树啊，基真用的一种树啊嘛，真韧性的树啊，但是伊就千斤，伊是千斤。啊，迄哦，佮斜坡佮腹地，啊，你佮种嘞，唔管大长细长，所以讲你永远你着点大木啦。我是讲不妨哦，恁爱有当时啊要选择这个树栽的时阵哦，像腹地较少的，恁爱选择哦较矮，哦较矮，不一定用灌木嘛，你不一定用灌木，啊，不一定用乔木，你用灌木买晒。哦，啊，你若讲种大长树啊，只要讲你是爱种的。较平位，可以树啊根串有路。你讲东山河顶悬，迄个整个斜坡顶悬，迄其实我甲看拢无适合种树啊啦。哎，腹地都无一笑面呢，啊，迄个树啊根你来摆掉。但是讲话起来，还有一个平台啊，迄会使种一挂较大丛的，一半丛啊都好啊，久久啊分享一半丛啊，安尼来讲。迄个人要讲休困，也是讲钓鱼啊，什么种种哦，安尼看起来嘛较美观。所以你针对这个问题是讲起来，你们号称百万之树吼，这个实在讲起来爱好好落去检讨啦，选择树啊栽，吼、哦，啊选择迄个地点，哦，我想讲，科长林路科长吼，那个周科长吼、哦，你什么学毕业？报告议员，我是那个森林系毕业的。哦，安尼你就本科的嘛，你本科的哦。这个开东风台的部分，树啊根一定爱定较深的嘛。你想讲落雨松，哦，落雨松虽然讲会落叶，但是落雨松的根伊就真好定。哦，啊，你讲像过去迄个做，敢像人讲迄个啥？你讲哦，光蜡树咯，光蜡树伊绝对是千斤的嘛，伊是百条条尔。哦，迄人讲白加油，啊，若加重伊就定千斤嘛。所以讲，你这个时性你一定爱去了解吼、哦。啊，好啊去研究看卖啦吼、哦。啊，无讲起来，你啊一届风台，你就阁损失偌大诶这个财力去处理这物件。所以这吼、哦，毋是讲我今日甲你讲了啊，工程做煞，我手下正常安就好啊，不是这样啦。哦，这点您一定要去改进哈、哦。啊，你请坐哈、哦。好，谢谢。第二点，我今嘛要来请教咱地政处哈、哦。我当时啊，一个工课吼，唔知到底要找啥人讲，哦，唔知要找啥人讲。你讲像咱的北湖中卫区啦，哦，北湖中卫乌烟，咱的这个
啊，污水处理厂附近遮，迄路也是低洼地区咧。啊，我定来你讲讲，迄平行水道就是讲北厝沟啊，北厝沟那平时呢，啊水就填起来，啊填起来个淹产地，所以一级的水道啊，会暴暴暴拢爱淹死嘛。啊，真早就你讲讲，迄个所在，甲迄个农路，迄个北厝沟边仔农路一定爱垫高，吼、哦。啊，甲边仔遐个规条的这个排水出口，爱来做小闸门、小挡门，啊，甲水甲闸着。所以水若顶起来时阵，一旦甲阻隔起来，安尼人个四五家地一田，人要种作，唔知种作哩。啊，但到底会勘嘛去会勘，吼、哦，啊，水利科有去会勘。看看不了了之，我即马是讲地政署，他这到底是上爱做啦？到底上爱做啦？我想这一个其实哈、啊，关于讲什么爱做啦，这做就是一个县政府，就是一个管政府啦哈。啊，我想迄个议员关心的哈、啊，应该是公安的啦，得讲其实这个水，你迄个它都有一个治水一个计划哈。伊都按观测，你虽然讲，但如我你讲的哈，讲哎，即卖即个物件可能安尼只按只做做咧，都无问题。但也有可能无水会淹滴百几起咧，好、哦，所以那个我想哈，迄、那个你找无头，就是那个范围，就是那个范围，找无头不要紧。还有阿即卖那今仔环湖也有咨询的嘛，除了说你向公务处，好即卖的公务呢可能会询问相同的问题。啊，我感觉这是应该是县政府里面的协力整合的问题啦，哈、啊。哦，你先请坐，你先请坐。当时有提出几个方案出来，第一方案就是讲，无迄个位啊，一起嘛来修根，来个农粮署申请修根，吼、哦，这是农业处这边有去处理这个问题。结果农粮署来看看，讲不宜修根啦，哦，迄个位不宜修根啦。你若是讲。打拉眼准北边迄边，迄边就拢办一二期拢修经，这边伊讲无适合，啊，甲无适合就是爱做工程嘛，就是爱做工程啊。所以我想这个问题吼，咱当慢慢个工商的环节啊，在我们地政署这边，咱有法大摊起来处理也无啦。你会当协调农田水利会，啊是讲协调咱宜兰县政府，咱的啊水利科。另去处理啊，总是有一个对口单位啦，无我当然唔知要找啥人，以为做一二十年啊，啊，较一日代志处理袂好是见笑死有影。哦，处理话要安怎来处理好啦？我看哈，那个我来印起来了哈，对口单位是我啦哈，我们地震处，那我们大概会跟那个公务，会跟那个农业处把整个专案呢把它处理好，而且嘛再回报我们的议员。爱讲爱做嘿，哈、哦！我等过两年，我要退休啊！吼，这个两年我你爱甲处理也好事啦。我就看这个，我即马就要看讲，这表现好啊歹啦。哦，拜托你啊！嘿，迄、那个最后一个问题啦，哈、哦！咱即马这个外界哈、哦，这个流浪狗、流浪猫啦，足济啊！哈，啊，这吼、哦，其实讲起来，我们老。一般的民众啊，他那一种认知感，其实讲起来不足啦。一般的这个家庭吼、哦，啊，若狗母生囝，哦，啊，有人要认养的掠去，到尾啊，剩几啊只，无人要认养的，他们的观念是什么？放生，东山掠去三星放，东山掠去过来宜兰放。啊！伊人掠过来东山放，就是安尼放来放去嘛。啊，到尾街路就是全狗嘛。这是老百姓观念的问题。所以讲，当时啊，我厝的你若去阮家里看，一个饲七八只，啊，唔是我愿饲的，伊就要走来啊，那是不忍心嘛。台湾人拢算信道教啊，夜香去拜神啦、啊。所以讲，若话要放狗，要放生，我就甲讲啊，你个烧香你家也烧的，哦。你这讲起来罪恶，讲起来罪恶，啊！我想这就是老百姓认知无够吼。啊，咱一过去吼，咱其实讲起来对这个流浪犬、流浪猫，我们的先导都不够啦。我是讲不妨吼，啊，是不是咱农业处这边吼？啊，咱除了讲这个啊，中途之家
哦，咱有饲一挂流浪狗、流浪猫，啊，佫防人量，啊，过来人量无去，就是扑杀嘛。恁程序就是安尼啊，是不是来做一个公益广告吼、哦？啊，委托这个广告公司吼、哦，看会当来教化民众，吼、哦，用这款的软性的这个方式咧，看宜兰县这流浪狗、流浪猫，猫也看袂遐济。你啊看去日本路啊，去日本街路无得狗咧走的咧。吼、哦，啊，韩国是无法度，韩国是食狗嘛，吼、哦，东南亚嘛食狗啊，所以讲迄街路嘛无狗通走。啊，咱台湾人即马都咯，狗肉歹食，啊，狗肉歹食就著街路走嘛。从针对这个问题哦，我是希望咱农业处哦，是不是弄一个公益广告，不断的这个教化民众。好，副议长要来主持哈，我们现在来请邱家进邱议员。开始啦哈！开始啊，开始啊！啊，台主席哈，啊，各位同仁，啊，咱局处的处长，啊，各位科长哈，啊，各局处联络人，大家交早哈。啊，首先哦，先来请教农业处处长哈。处长，你甲咱副处长吼，拢曾经捌伫咱公里处相关单位担任过主管职务吼。拄拄好恁过来农业处了啊，啊都承办绿色博览会吼。当然，这伫顶年开始啊，都已经做相关的规划。这整个活动的内容的设计部分啊，啊承办的部分要由你们的承担，可能是太过苛刻了吼。但是我看到这段时间以来啊，你甲咱副处长、姐姐科长啊，拢真投入、真用心啊，伫绿色博览会园区内底哈，伫做相关的这啊动线也好，也是环境的维护等等，你拢开足侪时间、精神伫内底哈。啊，本身你只表示高度的肯定啦哈。啊，当然这侪年来啊哈，绿色博览会的举办，很多人啊也对绿色博览会的整个品质啊。提出体检、提出批评等等，啊，总是不管外界安那建议吼，本身是认为讲啊，一个大型的活动啊，已经举办到这个程度啊，咱宜兰县阁是强调绿能产业啊，阁强调环境生态永续发展的一个关系啊，啊，真济关系嘛，拢来咱宜兰县处境来学习，所以咱绿色博览会也是讲咱的同安节等等，这大型的活动举办啊，拢有真济关系。啊，复制过因的所属的啊，这个管区啊去做基办吼、哦，所以相对咱绿色博览会的入园人口数啊，一定会受到这个挤压吼。所以这几啊年来，咱的入园人数已经无像当当时都创办迄前几啊年，现在全盛现在巅峰。啊，本身要做这前沿的引导，主要是讲咱已经办个。啊，有一个程度嘛，已经固定一个年份，绿色博览会知名度嘛已经拢有够，所以我是认为讲，咱绿色博览会应该爱朝向其他诶转型的面向啊去做思考。例如讲，咱宜兰县真侪乡镇拢有较好特色的农特产品，咱绿色博览会应该将这农特产品做一个连结，会当伫乡区内底做一个展示，即不但会当吸引。真济外来游客来咱绿色博览会参观，他讲是每年啊春季咱农业盛事啊，会当予咱整个宜兰县绿色博览会的品质会当再次提升，甚至再创高峰啊！吼，另外咱过去举办真济好即场馆，吼，例如较早有螃蟹馆啊，吼，等等，也是讲较好即兰花馆等等，即较吸引游客注意即物件，时间。过了足紧的，十多年前，较好即个内容，咱是毋是提出来，阁做一个重新整理调整？因为咱绿色博览会吸引了很多年轻族群，包括学生等等。十年前的囡仔，甲十年后的囡仔，因所接受到教育的面向跟程度不一样，所以本身认为啊，你甲既然甲咱的副处长，拢是这方面啊发展观光的相关的主管的职务，你拢担任过啊，来甲农业处。既然咱有承办这么重要的活动，
咱应该啊来做好好一个面向这个思考了哈。啊，所以当然入园人数，我本来是要来问讲入园数到底甲过去差偌济哈。啊，我相信这大家拢知影了哈。啊，我今年甲当我嘛是要差五届啊。啊，我看咱逐工拢伫遐，通真蛮人伫这园区内底伫遐流动，吼，伫遐观赏。哦，我是讲这是一个袂歹一个现象哈。但是本身要甲你建议啊哈，咱即马拢要求足济各中小啊各小学生啊，吼，这户外教学啊，拢等于是半强迫式的啊去绿色博览会参观哈。已经有家长啊嘛提出这种反应啊，啊，对大汉的甲细汉连续十年拢伫绿色博览会内底安尼看，他讲是对地点啊了无新意，所以我只能讲，你既然若要继续用这政策要执行下去，来必须要伫整个活动内容去创新，才能够让家长对于绿色博览会每年让小孩子去那边从事户外教学，不会产生厌烦，会产生负面的批评哈。所以这部分本想提出啊，这个方面的这个啊建议的哈。啊，第二点啊，啊，处长，你对农业的部分可能无真来啊，迄个部分，我相信你嘛拄开始接触，可能嘛无真清楚啦吼。但是我必须嘛来请教吼，咱即马已经有甲中央有咧讲到第一鱼市场啊拍袂惯改建的部分啦吼。啊，地形拢非常奇态，会当对整个南澳啊这个景观对传统的产业会当带来无同款的整顿甲改变吼。啊，我甲副局长一直拢真关心整个渔业发展啦吼，所以请教。咱处长哈，一拍的进度如何？何时会取得经费？何时可以动工？何时可以完工？再来，这整个一拍的跟三拍的使用的规划，请问当请处长你做简单的这个答复者。啊，处长请答复。谢谢邱议员哈。那个一拍即马即个进度的进入鸡舍了，那鸡舍之前有很多的跟。我们议会这边还有相关的团体做很细的讨论，包括里面的直销市场、拍卖市场，还有观赏区，甚至楼上的这些文物馆哈，渔业文化的这些文物馆，或者是有一些深度旅游的那个站，那包括餐饮服务整体的。那目前我们在敢说能不能在，他可能到年底才有办法把所有的细设都做出来，所以要争取到明年的这个经费。来做硬体工程的这个建设，所以是讲这个整个的工程啊，跟明年差不多正式来施工，是不是安尼？啊，工期多久？老弟，工期多久知无？这有定差不多400天。400天，所以两个2.5年嘛、所以差不多就会创造嘛，超过2年嘛，吼。我这整个的场馆的规划，吼，你有开一届说明会嘛，吼？对。甲电影这些团体，啊，感情拢定烂啊。目前看起来是讲，现在意见拢有修正吼，应该是算成熟阶段啦，所以要从基本设计要进入到细设，这工程的细设，这个部分我有请建筑师要积极来赶办。好，这个部分要麻烦你了哈，应该赶紧来完成一派这设计的哈，包括整个交通的动线、停车空间的规划哈，拢需要恁个用心了哈。啊，过来，我伫专案报告内底有提一个案了哈。希望讲，咱农业处这边会当好好准备吼。所谓第七次网啊，就是咱你讲的吼，三烟网，这对整个咱对头城甲苏啊，这近海这渔业的这生态，会破坏拢非常严重。已经讲足久个啊，平湖伫早咧15年前就已经完成近海的第七次网收购跟辅导转型吼。啊，咱即卖已经拢强调观光休闲的渔业的发展跟推动，吼，这副局长杀真大力。所以我感觉讲，这第七次网已经对整个的渔业生态，对近海的这渔业生态，这么大的这破坏啊！咱已经爱赶紧出手来辅导这渔民啊，互因转经营啊，将这破坏生态渔法来做一辅导转型哈！啊，希望恁好好准备当地啊，这专案报告的部分啦哈，会当让咱渔人管民和本会当做一个真充分一个了解了哈！啊，除了第三点哈，我请教你哈，因为我做过。慢慢请求总经理了哈，所以对市场的工作比较关心了哈，所以我请教咱处长哈，你敢知影讲动检局啊，农委会动检局啊，最近仔嘛有要求咱市场
爱针对冷冻设备的保温，爱做一个增强的保温，这你敢不知啊？处长，你不知道嘛哈？所以畜产科科长，你知道吗？这部分你知道吗？冷冻设备部分你也不知道，这都是恁列全责啊！你算是辅导作品市场，你也算主责机关嘛哈？安尼啦吼，应该安尼讲，咱拢知影八边请定位医生啊，属于基金不得追加。针对这个冷冻设备的部分呢、啊，哈，很主席议员的建设经费，讲话不听来哦，也没有跟县政府这边做一个额度上明确确认哈。那要叫市场本身出来啊，甲这议员来签资本们的这个补助啊，对咱总经理来讲，对市场来讲太过严苛了。这个设备偌济我唔知啊，本就是希望讲咱农业处应该针对啊动检局啊。这个设备的保温设置的保温，是不是请农业处这边主导？是不是跟动检局这边来协调？是不是明年再处理？或者说一定要今年的话，本席建议的哈，这笔费用应该由农业处这本处的预算啊来做编列，不应该够将这个设备这压力啊再丢给作品市场。处长，你看我咧。好，剪刀。谢谢邱议员。我展现作品市场，它的盈余是有一些的，每年大概一点点钱哈。对、哦。那如果是要投资这个比较大的那个建设经费，真的有问题。那刚讲那个议员的那个基建也是有限，所以县政府这个部分，我们来研究看，怎么样来这种投资性的哈，一次投资性的这个工程或者是设备哈，来研究看怎么样来筹措。哎，好，安尼就。等于处长你有正式答应嘛？所以这个保温，我嘛希望咱总经理吼，应该将相关资料，畜产科科长，虽然你刚接任了，但是我觉得你对这个作品市场业务你很熟悉嘛，你一直都在畜产科服务嘛，哈，所以你应该清楚目前市场的状况，应该把会诊这情况之后，然后跟处长这边来做个报告哈，有问题要赶快跟动检局这边做个沟通哈，这是本席的建议哈。然后再来请教余处长，地价的评议啊，长期以来都是由我们建筑这边在承办的业务嘛，哈。啊，当然地价调高调低啊，看起来是那调高对咱管库的收入吧，会当带来一定的这个程度的这个影响啊，哈。啊，另外那调低啊，对地主的这个权利啊，也带来损失的哈。本身要讲的这个部分就是讲，不哩这个所在啊。实际上，伊个商机、伊个发展、伊个市场个成交个即个业绩、即个案件来讲，拢无真悬。但是，却逐年逐年被调高，这对地主来讲，不知道是好或是坏了哈。我记者咧，像南蒙古北滨公园遐、雪佛路遐，因较早因为农民叫伊几个迁村，啊，长期以来拢伫个政府讲啊，即、這个协议架构即个问题，好、哦，即嘛。马龙已经开始有进入协商的程序了。好、哦，咱杨家靖科长在担任股长的时候，也都有曾经介入协调过。我想起嘛，过去对我做工的时阵，一平可能两三千块啦，起码到一平五万块的这市价。但遐附近完全无升高，真少升高这记录，啊嘛无商业发展，咱政府等于嘛拢无去辅导。但是咱说逐年调高它的公告地价，本席认为是非常不合理的哈，处长。你认为这个部分有没有做？从今年开始有没有做适度调整的这个空间？处长，请纳入。我想那个安满堂公针对某个案子哈，针对某个案子，因为起码得给的标，我们说那个公告限值的调整呐、啊、哈。其实现在都比较标准化了，我们那北淡工的工好像要随便做一做，其实现在我们的实价登录的东西都已经在网站上面打个弄查个做清楚，啊，当然那个议员所指教的，可能那地方是买卖实力会比较少，会比较少，啊，比较少，我们有时候会怕什么东西，我要来征收的时阵，我得给定一个小给，会有一些争议。啊，那个就是议员所指教的，讲，哎，我这是可能要协议架构要打政府要土地哈，哎、啊，希望讲会当较低淡薄来呗。啊，像我这我那个美华科长啊，你就把这个案子把它录起来，好，录起来，那我们的是来虚心来检讨。处长，
这不是讲看嘛，大些所在吼，从个人去讲啊，因为有不哩侪所在弄这个情形啊，没有实际上没有那种成交那种金额跟现况啊，结果咱逐年调高，这有当时有好有歹啦吼，所以我嘛讲恁那有滴处理得给调整这个部分啦吼，应该做更深入啊、更详细的评估啊，好啊，才袂对相关的这个地主这权利吼带来啊这个影响哈，这是我的建议啦哈。啊，另外拄啊，老天国议员再去有咧讲到啊，这个八面墙前墙这个部分啦哈。我刚刚咧讲啊哈，前墙这么大议题啊，他讲是县长的理想啊目标啊，但是实际上比宜兰县要做啊，他讲是有非常大的困难度啦哈。我嘛就是讲，这个部分现主席如果讲宜兰县政府的财政要去完成前墙。包括这个土地取得啊，厂房设置啊，我看看拢啊，成十平以上吼、哦，所以对宜兰县来讲，它是有足大的难度了吼、哦。所以啊、本小弟顶一次的登记会嘛有提议，啊，咱总经理啊，甲咱管府这边嘛，拢派相关人员啊，到乡去其他的市场去做参观，甚至嘛甲啊，这个咱台糖啊，有做一种的相关的讨论跟研究了吼。哦这种委外饲养啊，决战境外这些策略啊，应该是评估它是否可行啊。如果能够减少宜兰县这个啊险恶设施的这个污染源啊，本席认为这个部分应该请处长这边应该积极来辅导肉品市场，赶快跟相关啊这个单位，包括中华民国养猪协会等等，把这个养猪的这个委外饲养的工作尽速来完成。这个可以解决县长所说的啊这个养猪证据这个问题啊。这个要设养猪专区，应该是不较简单的哈、哦。你要买土地设厂房，啊，你管面临到当地民众的这种抗议，是否能够完成设厂？那讲较好啊，土地取得可能五年、十年以后啊，哈、哦，管理唔知换几个月，咱唔知影哈、哦。所以讲，既然咱已经有这个啊，这个源头一个契机出来，是不是咱就赶紧主动哈、哦，来辅导市场这边，哈、哦，畜产科这边，拜托你积极一点哈。哦能够跟啊、这个中华民国养猪协会其他养猪农这边来谈妥委外饲养这个部分，啊，减少宜兰县这个啊经费的支出，也能够解决资源不足的问题哈。好、啊，这个部分也拜托我们处长这边啊来能够来积极一点哈。好、啊，哦、义雄啊，剩的时间我就交张秋明议员。啊，你也袂讲哦。啊？袂啦，我朋友要阁讲，好啦，讲较紧哈。议长、副议长、各位议员、先进、两位处长哈、各位科长、主任、所有议会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哈。我来请教咱农务科哈，这块田呐，名是家的名，这块田哈，家的名，啊，因呢是家的翁啦。知道吧？因为即马拢小某，拢地拢创个某，啊，结果即马要起龙虾啦。那起龙虾是当然一定要即块地好嘛。啊，遐拄好，因阿爸要过有即个囝的时阵，伊就小某就过有某。自因阿爸开始，啊，甲伊拢若要去请即个丢啊，拢是查甫去请，因伊去请啦，因人去请，结果。即马要做农业使用证明的时阵，吼、哦，你稍等，我即马你一时间再给你回啊。你稍等下卡等者。哦，结果呢，咱甲讲做这无同款，讲袂使。啊，我请问，你即马是认定这笔地，还是认定人？我请教科长。好，那我当你主席。主席，还有谢谢议员指教哈。是，其实是认现况哈，就是有没有从事耕作，对吧？啊，就是这地安尼啦。啊，结果恁的人工人工，我你主要唔是这个地主啊。啊，人我去问农，我嘛去问农员，我加去予恁公告，恁甲印一个，讲依照法令达一条，我开舞蹈的咧。我去问农会，农会本来伊都写上个名，伊这个地主要予伊报，要予伊领，迄阮就是尊重地主啊。我的感觉是呢，你家恁遐讲啦，你请坐啦。目前农务科吼，伫去年开始月以后啊，我感觉你唔知你惊啥，我唔知啦。
恁咧惊啥？我唔知啦。恁的意思是讲，一味要甲你刁难就对啦，要互你讲你所送的物件拢歹互你过啦，想空想方歹互过，我是唔知啦。你讲认，你拄仔讲就对啊，认定即块地的地主，即个人，伊确实即马有伫做农作无？佫说咧，以前几年内底有交车的记录无？敢是安尼？是看地为准，较重要。啊，你讲送去申请什么关系？对吧？科长，我本是讲安尼，一直以为呢，有道理无？有道理，你就要甲讲。莫讲什么用尺啊！你搞尺啊，搞嘛看这块地好，敢是？无可能看名嘛，对不？看名你来参，这块地送地搞，无可能啊！安尼大家拢来个申请，我嘛要来搞，对不？我知伊地，我来个搞啊！啊，我去外省搞去，哎，因人要去领算领无？煞去外搞去，有可能无？无可能啊！一定要有看伊地好，才有法做出这代志，你爱特别注意。我安尼讲哦，以合法的申请啦。哦，阿边呐，继续。好，继续。正好我时间吼，迄、那个申请农协，都是一定爱农业证明，哦，农民资格，才到后壁个申请嘛。啊，你农民，你看的时候交册啊无？这上好嘛。哦，交册啊，事实你都即农用，我都好，摕来县政府看农民资格，哦，即都会下，农民资格叫你，伊就通去申请。照恁讲的，零道路、零境界线，摆最长不能超过20米，对不对？啊，离道路要3米嘛，哦，对不对？哦、我讲的无唔对啦，我嘛背真济，因为我从加价较乖去啊，我嘛拢知啦吼、哦。这部分该做的，恁阿弟我头家叫你想一下。即个若无安尼想，会不个害了了。你我清楚怎讲一点？每一个农民，伊有法度甲你用文来文去，啊，甲你用这物件发明伫行的，无几个啦，无几个啦。伊个囝嘛无法度时间咧停留去啊，那么就别个囝拍歹了了啦。我是希望恁要甲伊帮衬的，是讲你摕来物件做事实，应该你也甲帮衬。你还佫替伊想讲，哎，啊，这个部分应该你提举证，啊，提来看，啊，这个地好都好啊，你算啥，一定来算，这第一个。第二个，恁即马要申请，或者赛场，申请资材室也好，还是讲要加工室也好，你同我甲恁个人讲啦，免计较想遐济啦，合法的说申请，你用请。唔是讲较早，伊都未去农社，未申请者，伊才无法度去做。即摆伊想通啊，我就要去一间农社来住。我嘛希望讲我多只大安居乐业，我就要做拍石埕。你基早规定会使偌济，你嘛免甲想想较济啦。你该好人就好人啦，吼、哦！要去后边遐，不管在注册室，是公司、加工室，拢同款。伊要去安怎就安怎，你都高度限制啊，有大小限制啊。村内卖甲想遐济啦，你知道？嘛袂使甲大家拢当作贼啦啦。敢若我讲的同款啦，我拢当作恁会去乌白来无？会去人提钱无？我安尼无礼貌呢？我对你嘛无礼貌呢？我来先安尼讲，像你嘛袂使讲，阮去申请这农民百姓当作敢若贼啦嘛袂使咧。依法可以就不要想那么多啦，不要想那么多啦。我阁甲你讲，那个速度往赛场遮拢会当过，围墙、挡土墙的部分。伊原本哩都当土墙会先做起来，伊即摆以外，村内都加迄个赛场的跨度，甲伊对后壁迄个资材室啊，或加工室的跨度尔。你要叫围墙啊做起来是，一个60公分呢，佮落落来剩10公分，安尼俄罗斯式是啊？你要创啥？迄对你什么作用我唔知啦，迄对你有什么作用我唔知啦。是安尼，因为围墙啊，内面一个关一个加，一个关一个加，什么意思啊？你是要甲掠迄是什么意思？我唔知啦。你著只要伊拢社有申请准，你后壁所提赛场甲迄落话的范围，你著讲依官道依照县政府规定，围墙最多不得多于农舍的围墙规定，不行吗？我处长你应该你我本是讲话你看法，你听有无？啊，你的看法咧？我讲话有理无？嗯，
啊，有你后壁要安怎处理？但是因即摆要做迄个部分，啊，到时啦，拢做好啊，叫恁去检查，嗨、哎，不行，这个能10公分而已，啊，这边六十过来，搁落落，落50，搁剩10公分，搁压起来，搁60，搁剩10公分，到底是你算啥？这个部分你嘛赶紧来去做解决，但无食，后壁靠这人民到底毋是何去何从？逐工要甲恁县政府在冤家偌大济？啊，本来做人诶哦，上地外好无几个啦，做甲要死啊，无通啊偌济收入啊，等靠规世人有即块地，啊要起一个物件，你安尼着调东调西，啊恁想遐想法，若真正对整个有效，本是无意见。法令互恁做配套，我无意见。我从来毋捌去甲恁要求讲，你法令之外爱施予偌济运费，我毋免。我嘛毋捌讲说，阮的农民真正讲有恁所谓违法，我叫恁讲都甲放互过，我嘛毋免。合法的内底应该以法令上会当互伊做，因我拜托你，甲恁阿兄弟啊姊妹啊讲，毋好讲想空想胖啦。安尼对农民才有真正有一个好处。最近，咱税务局为着咱的房屋税的加成、加倍，物价呢，大家人心惶惶。咱这边嘛，时不时，互人请教的时阵，好人的物件，袂当真明确，地主家呢，物价袂好势。这点我袂要提起个，国科科长讲，那卡数。有这物件要回的时阵，有当时啊，伊是伫溪湾农业区，甚至是伊伫较山边的区域。伊伫农务科来讲，你要种作才会使。我讲种作袂当啊破产啦，唔是讲做啊，你若讲种作一定啊破产，啊遐个海墘啊遐要哪创？恁一个讲下讲砂石地不适宜种植，你要骗我恁吧？你去甲看卖，种的迄个土豆、迄、那个菜头，吼、哦，豆也较水，海墘也较水啊。海墘伊都要定定的落去，天天的开，肥下落去吃较紧，下边只核条着，比较物也较无共款。所以我要拜托，像这个物件，你都要写的时阵，字字要斟酌，不要为了你一个字，害了农民。唔知要安怎就好啦。佫算了一点，我忙忙恁啦。那每一个人来申请的时候，有甚物问题，写写较明确啦。卖个，予人安尼感觉讲，喂，我今仔日拜托这个大师替我办，这个大师是算抓的俩。我来看政府一抓，5000，后你佫甲提，哦，佫来，佫一抓，佫2000，遐伊啊一个甲看落去，几万，啊来啊贵。喂，我去几抓咧？啊，一抓2000都公平计销，哦，这是我比例啦。哦啊，到尾啊，一个看咧，来啊，一抓。啊，谁那袂法度讲做一届，甲讲讲者，这到底是安怎？你都爱安怎？我感觉这为着要便民，为着要省时间，安尼讲出着。拄啊讲，农民资格有发加1200几件，这个代表恁的进步。但是我所听的声音。还阁有真济，还需要恁阁去改善，才有法度直接合作便民，真正讲为民服务。县政府并毋是讲说你建上来，我就无甲你看这物件，无甲你提这吼，伊讲我甲你安怎？袂啦，那只要伊合法，你今日发挥，这就便民啦。那只要合法，你今日发挥，安尼对面的就是有利啦。莫阁去想空想方，安尼什么合理性、必要性？我问你，你所送来每一条预算，我原来有合理性、必要性的问题啦。大家做伙就是安尼，我监督施政，但是我讲也蛮有理由啦。我嘛希望恁对面的同款，你爱清楚，你要每项就是要审核，我尊重恁的意见，但是恁意见莫乱写，要落笔爱看清楚，对吧？我捌甲你问过，讲去上班是啥物啊？你讲台大毕业。安尼实在，我甲笑台大，毋是笑伊个人。台大教出来囡仔，伊当写字无注意，伊安尼是正经是无好啦。吼、哦，我感觉是
恁爱特别爱注意啦，吼，特别爱注意，吼，安尼唔通讲，要到尾啊，上尾打，上尾打，林冲贤爱打啦，啊，林冲贤一定无甲你讲做，你即一定爱刁难，老有你爱甲讲，我去甲讲，啊，林冲贤啊，甲你讲做，即若无甲刁难袂使，你甲讲，我去甲讲，私底下甲卖伫即个公所甲讲袂紧，啊，是你认定我即马要讲嘛袂紧，讲歹势，伊完。即、这个阮林馆长交代我来做一条人，安尼我当下来随甲处理嘛，无要紧。应该是别人接到啦。从恁伫看下边的人，你也特别注意，唔好讲不到尾啊，大家拢无好看面。哦，即个这点啊，恁的辛苦我清楚了，但是唔好因为恁的辛苦安尼，随便一个物件一个一点，只差一点就会害死人啦。哦，拜托吼、哦，主席。我趁个时间，我咱陈杰林议员哦。主席哈、哦，两位处长啊，各位同仁哈、哦，我请教一下哈、哦，我们农业处啊，我们现在简易水土保持申报的案件，那件数多不多哈、啊？我一问一答好不好？来，科长。主席，感谢陈议员的指教。那大概以去年来讲的话，大概整个申请案大概40多件。那大同乡有几件？大同乡的部分跟南澳大概大概50%以上都在那个地方。但是以那个就是你们现在从受理案件到结案了哈，到底准或驳了？这个期限啊，照规定要多久？一般案件的话，大概是45天，一个月到45天中。对，你确定吗？是，大概至少是一个月啦，就是从现刊到发。一个月是30天吗？是。那我一个个案哈，这只是一个案件了、啊。是。大龙乡有好几件了、啊，你要准就准，哦，要驳回就驳回，悬在那个地方，哦，就诚如刚刚张秋明议员讲的，到底是县长指示的还是？早期的处长跟副处长还是你科长做这样的决定了、啊。四季段758号，哎下吧。申请人柯秀美，去年的11月哈，注定啊，104年11月申请。那么105年今年哈1月去会刊，那我们那个要需要得是吧？什么照嘛？说哎、欸、这个看了之后他说没问题哦，会应该 OK 了，因为他没有太大的争议。到现在没有结果啊！你说30天吧，啊，现在几天？去年的11月到现在是几天？100多天了。那你这个要怎么解释啊？那这个就是宜兰县政府的效率，好、啊、让原住民到处埋怨。你应该知道嘛，科长。说对啊，我白跟你讲嘛，因为你刚来嘛。科长，你应该知道嘛。我跟你反映过好几件，哦，不止这一件啊，其他的我想你手头上都有资料，我还甚至有承办人，我都被照啊，啊，你有搞照我一开了嘛？讲还有黑内代志啊，是不是这个样子的？我甚至都跟你暗示明示过了嘛，我说你要准就赶快答复人家，你要驳回你要答复人家嘛，要不然人家一直悬在那里，到底要做不做，浪费多少的工作天啊，有没有办法改善啊，科长？个案的部分是不是回去再了解一下？应该就是个案好几件了、啊，变成通案了。好、哦，这个部分我再好好的请教你好不好？因为我本身也是事务官出身的，我很难想象。我早期在乡公所，甚至在县政府，我不敢这样子这个处理这个人民的申请案件的。好、哦，宜兰县政府不是想象中的那个样子，说什么效率有多好，我很清楚啊，我是过来人、啊。好、哦，这个部分那个科长，我在总咨询的时候，我再来请教县长说，你们的这个处理的模式就是这个样子，请坐。那个处长，我请教你一下啊、哦，市南地区啊产业发展一个转型的计划，这个应该你有点接触了。那这个案子已经5、6年了，那这个目前。好像比较有这个绩效的就是种植松露啊，
哦。但是其他的，像你们有里面有所谓的这个驿站呐、啊，哦，还有副县长，甚至在四月份的时候还召集这个中央部会到现场去看。处长，你知道那个看的结果是怎么样吗？因为除了我刚刚讲的松露以外，没有任何的进展。那这个部分到底我们宜兰县政府有没有要推啊？处长要不要说明一下？跟青议员报告，这个案子当然一定要推了哈，一定要推。那产业辅导部分它需要时间哈。那其实比较重要的是一些相关的公共设施的改善，啊，有一些像那个道路也好，拓宽啊，或者是一些坡面啊。但是你们现在哈，处长请说，因为你们没一个上位计划，那我们宜兰县政府自己提的规划案啊，又没有这个经费可以来支应啊。哦，没有预算可以来编列，那这个乡镇公所也没有那个能量啊，所以这个案子哈，我只是觉得说这个中央的这个支持好像也不是那么的强哈，所以你们再好好跟这个民政处严明所再从长计议好不好？我甚至都有拜托过这个严明会的这个主秘哈，他们跟我说我们呐、啊、没有一个整合性的东西呀、啊。哦，都是一个小的规划案，一个小的计划案，没有人在做统合的工作。这部分你们再好好去研究一下了，好不好？再拜托一下，那个处长，我请教你一下，我看了一下那个主改的案子啊，现在是没有地震处嘛，哈，因为就你业务单位立场来讲，现在有一个所谓的土地规划处，对不对？那底下有六个科，那几乎这六个科里面有四个科是过去的交通处的业务嘛。使用这个使用管理，还有建筑管理、都市计划、城乡发展，还有最后才是你们原来的这个土地行政跟这个土地重划。就你的观点呐、啊，你也接受这样的一个规这个这样的一个组织吗？那将来是别人来干，还是你要离开？你说明一下好不好？你觉得这样妥不妥当？那么当时你们在讨论的时候，你有没有提出你就地政处的业务，你们主管的业务到底什么样的科是适合你们？来办理土地方面的业务，地震的业务，啊，为什么看起来四不像啊？不像建设，也不像地震，更不像其他的这个处。那你当时是做什么样的反应的，处长？你说看看好不好？将来你是不是要继续担任这个处长啊？我夸你四个科啊，像你都没有，你有经历过吗？好嘞吗？来光话买要把处长。谢谢陈议员对地震的关心哈，那当然我们的主改这一部分已经修了好几版了，包括陈新义秘书长在的时候就已经修了。好了，我这边是讲你的看法是安那啦，不管是规划啦。那我的看法呢，其实，在我们里面呢，那里面像我们的重划科啊，重划科它要跟市地重划结合在一起，我认为是量会比较大一点啊。也是想立项哎哈，想立项农地重划科其实是应该到农业处去。哦，他整个结合、啊。那你为什么前面不讲？啊、整个结合，这都有提了哈、哦。啊，你是希望光华卖给国安的呀？哎呀，没有，我都没有给议员。我们的反映的一些程序的意见，我们都循内部管道哈、哦，内部管道再说。你要讲处啊，你这样是地震处，好像是这个建设的业务偏重嘛。那你另外两个地震事务所也是归你们嘛，对不对？那是没有问题啊，但是我发觉你们处里边啊，那业务啊，已经被人家占领了，连其他都招待。好、哦，这个可能你们在做这个横向或这个内部协调的时候，你们要争取自己的权益嘛，对不对？我是指业务上面啊。那我再请教一下哈、哦，那个我们那个有机农业啊，处长。我们现在推动的是哪个部分呢、啊？我看你们的资料是说有四个这个有机农业生产专区啊，你们现在推的怎么样？现在目前推的这几个专区，像贤建啊，还有东山的中山，那还有五节大吉，还有那个大南澳这个部分，其实是一直在希望有一些有意愿的哈、啊，我们今天来辅导来推广。哎，你们这个产业好像不，你们推的这个有机的这个产品，怎么都是米啊？好、哦，全部都是米嘛。你像那个三星47公顷是米啊，
南澳78公顷也是米，那五节那个32公顷也是米，东山14公顷也是米。除了米以外，你们都没有办法。像我们上回申请的那个热水的那个桂竹笋，怎么你们都没有去辅导呢？那时候不是都已经提报上来吗？科长，你要不要讲看看了、啊？还有那个利亚，啊，那个东西怎么都不见了？哎、欸，跟议员报告，那个热水的那个案子啊，他其实送进来都是他稻米产销班的那个合作的，就愿意要做验证的，就是没有了。上次我们不是也有提这个桂竹吗？桂竹笋啊。是啊，后来你们怎么没有去辅导呢？后来就因为他们提的计划都是在米的部分，所以就验证过了。对，那竹笋的部分呢？竹笋的部分，他就只要提得出来，我们就可以在那个他们没有提是吧？对，应该是没有提，我没有看到他们提过来，我会主动去联系。好了，那个竹笋跟那个桂竹笋跟那个红肉梨那个水果的部分，红肉梨的部分呢、啊，再去联系一下，好不好？好，以上。好，感谢陈杰林议员以及张秀敏议员的咨询。那我们下午2点再继续，由陈孝仁议员第一位今天的会议到这边结束，感谢各位，谢谢，散会。